啊，向委员会报告，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讨论事项：一、审查本院委员卢秀燕等十六人拟具《货物税条例》第十二条之五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审查本院委员卢秀燕等十六人拟具《规划法》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啊，向委员报告，我们今日议程审查两个法案。我们采分别报告、合并答询的方式来进行。那我们首先，我们请卢秀燕委员来说明提案的意思。卢委员是两个提案一起哈 ，OK， 好是。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列席的同仁，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本席以及许多位委员，所提的两个法律修正案。第一个法律修正案呢，是有关于货物税，第十二条之五的修正案。去年底呢，本席、行政院、财政部那合并共同修正啊。货物税十二条之五，那么就是有关于旧车换新车可以减货物税、减征货物税的这样一个条款。这个条款实施以后呢，效果良好。不过实施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发现里面有一些小的缺失，主要就是太过严苛，有不公平的情势。那其中最重要，也就是本席今天所提的法律修正案，就是二等轻之间的适用问题。因为在我们上次所修正的这个条文里面呢，那规定旧车换新车二等轻之间可以适用。譬如父母跟子女之间，如果爸爸原来有旧车，孩子们要买新车，那如果爸爸呢孩子买了新车以后，把爸爸的旧车出口或者是报废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二等轻适用都可以减征这个货物税。那我们主要的这个适用对象是希望在二等轻，那可是我们又同时限制必须要在同一个户籍。那所以实施到现在为止，我相信财政部、相信许多的委员办公室都有接到电话说这里面的规定有疑似惩罚不在同一户籍，或者是这个不公平的这种情形。因为有很多的父母或者是子女二等亲之间，他们有许多的一些因素没有办法同户籍，譬如说工作，譬如说是求学，或者是其他的因素，它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同户籍。那如果他们只是因为不同户籍，那但是他们是二等亲，却不能适用这样的一个优惠条款的话，那恐怕呢就有违宪，那同时也有处罚以及歧视不同户籍二等亲之嫌。所以本席今天主要的提案呢，就是把必须在同一户籍这样的规定把它拿掉，那让只要是符合二等亲身份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来适用。那第二个，我也特别跟大家报告，那很多人担心说，那这样会不会有扩大的情形？第一个，因为这个都在法律，因为这个法律长达五年哈，那所以呢，它本身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都是在法律适用期间。那第二个呢，也都是二等亲。那如果说有些人为了就是说适用，他把户籍迁回去还是可以适用，所以老师讲起来，严格讲起来的话，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样太大的一个差异，大家不用担心造成冲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特别提到，上次这个货物税旧车换新车条文通过以后呢，实施成效良好。根据财政部给我的资料，到四月十一号为止呢，申请的数量呢，汽车呢有9581辆。机车有22473辆，一共达到3200万辆左右，这是到目前为止。那这个法案的修正呢，一方面可以刺激我们的景气，因为我们知道车辆、房地产
都是工业的龙头，所以当初这个法案呢，它的目的是在全世界全球不景气的情况之下，那我们本身可以来刺激国内的经济。那第二个呢，也当然是帮助民众啊购车的需要。那第三个呢，最重要是环保，因为一加一减，有很多的民众呢，他因为经济的关系，他舍不得把他污染环保的这样一个旧车换掉。我们透过一个诱因，让他能够啊也自掏腰包。加上政府的这个货物税减征措施，让他有意愿去换新车，而一加一减之间，国内的车辆并没有增加啊，也可以达到环保的目的。那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就这个里面有关于二等亲必须同一户籍这个东西进行修正啊，那让法律更公平啊，更符合宪法人权的精神。那以上呢是有关于货物税十二条之五今天修正的内容，要敬请大家支持。另外一个呢，也是民生经济的法案，国内现在正在改朝换代之际，那政治纷纷扰扰，可是呢，我们也应该替小市民的财政回归到经济面来，大家一起为民众来拼经济。所以第二个呢，也是民生法案，是有关于规费法，那也都是财政部啊，也都是财政部的这个法案，所以今天同一天来进行审查。那规费法第十二条的修正，规费法第十二条呢，主要是我们国家的园所或是场馆，或者是一些公园啦等等公众设施等等之类。那过去在规费法第十二条，我们有规定啊，十二条里面有规定，就是说有一些身份的人，我们可以给他减免，譬如说身心障碍、低收入户等等之类的呢，可以做减免。那这里面呢，就没有学生。那规费法是从民国九十一年十二月制定到现在，已经长达十六七年。那我们长期来一直处在学生在这个法源里面没有减免的法源。可是我们知道，政府负有教育扶持弱势学生，那并且来优待学生这样一个责任。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国内教育或者是运动或者是艺文或者是休闲各种的场馆园所，其实几乎都是对学生有做门票上的或者设施上的减免，可是他们却没有法源依据。那根据那所以我本席的今天的一个修正呢，主要是把学生纳入这个减免的法源依据，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些设施或是场馆或是园所或是陵园，他要对学生来做这个设施或门票的减免，才有法源依据，也才不会发生像去年财政部行文给文化部教育部说，你们为什么可以减免，为什么政府的收入减少，规费减少，才不会发生这种情形。那我看到今天财政部的答复里面跟说帖里面特别提到说，其实在十二条之五就已经有对学生的一些已经有给他减免了，所以没有必要再把它放在法院里面。那本席有不同的看法，我略微说明一下哈。因为现行条文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它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可以对学生做减免，是各级机关学校办理业务或教育宣导，就是学校他必须要提出他这个业务是教育或宣导，譬如说某个学校他要集体去参观这个国立科学博物馆，那他有办理这个业务或教育的时候，学生可以依据学校因为有办理这样的一个教育或者是业务，那可以去减免。那另外呢，现行的条文里面各个机关各个机关学校之间协助的事项，譬如说必须机关学校有认可，他们有协助这个事项，学生才可以获得减免那所以这两条都不符合我们经常性发生的学生自己的身份。譬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现行条文
第一项、第二项都是必须学校办理业务或教育，或者是学校有进行任何的进行出面协助的时候，学生才可以获得减免。可是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教育部、文化部或者是农委会各个公家的园所、休闲场馆或者是陵园，其实都是学生，他只要凭着学生身份证、学生证就可以进来获得优待或者进行减免。这是国家基于对学生教育以及扶持经济弱势的学生。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跟刚才现行条文所讲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说，我们今天如果光凭学生身份证，而他不是在学校办理什么业务啊、教育啊，或是学校没出面的、没有学校出面协助的情况之下，他可不可以凭身份证，不，凭他的学生证进来获得减免呢？事实上，现实的状况本来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只是没有法源，所以才会发生去年财政部发文给教育部跟文化部说，哎，你们规费为什么可以这样减免呢？他凭学生证就可以进来，才会发生这种情形。说这些教育部、文化部、农委会你办理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影响到国家的规费收入。那所以今天我们是把学生这样一个身份特别明定在法源里面。我特别强调，学生呢是国家经济弱势的一环，就积极面来讲，即使他不是弱势，国家也负有教育他、扶持他、优待他的这样一个责任，这是全世界的主流、主要的潮流。那我们当然应该让我们的法规能够更周全，那这就是我们立法委员的责任。那以上呢是这两个法案提出修正案最主要的精神跟内容，向大家报告。那也拜托大家支持，谢谢。我们感谢卢委员的提案说明，接下来我们请财政部张部长来回应卢委员的提案。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贵委员会审查大院卢委员、秀院等十六人拟具的货税条例第十二条之五的条文修正草案，以及规费法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本人受邀列席，非常荣幸。以下就委员的提案提出我们简要的说明。货税的部分，我们为了促使提早汰换旧车购买新车，提升国内汽车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去年12月18号三读通过了货税条例十二条之五的条文修正草案，在1月6号，今年1月6号由总统征订公布。那本部也会衔经济部在2月2号订了相关的减征退还新车货税的办法，贝利双方遵循。那实施的成效到现在为止到4月15号为止，大概有32000多件，那核退的税额大概有5亿多啊。那我们已经建置了电脑的审核系统，来加速退税的审核的进度。我们也在财政部的税务入口网站建置了专区，提供民众查询。那对于委员的提案，我们有以下的看法我们唯一的考量就是牌照税法第七条第一项第八款规定，有关二轻等内是要同一个户籍，那么基于租税减免的一致性，要不要有做不同的规定，应该要通盘考量。不过我们要口头说明一下旧车换新车是为了刺激经济景气，跟牌照税法为了防堵身心障碍者，利用这个身心障碍者身份来减免牌照税，立法意志不一样，所以我们并不反对那货税条例接着他这里谈到要从1月8号，因为货税条例我们修正十二条之五是在1月8号生效，那这里的修正条文是说朔至今年1月6号生效，我们是建议就改为1月8号因为1月6号公布，1月8号生效，是差了2天那接着规费法的部分，规费法从1991年12月制定，那期间向学生、军警、退休公教人员、当地居民等等
我们出的减免，我们出席都用观念宣导为主，没有说严格要求要离镇。那这个规费法实施已经十余年了，那使用者付费的观念也慢慢在落实之中。那有关于规费法十二条第一款到第六款的规定，业务主管机关本来就可以视情况得免征、减征或停征应征收的规费。对具有学生身份的，像如果符合机关学校办理业务宣导或教学活动，都可以享受相关优惠。那我们唯一考量的大概就两点啊，请各位委员参考。第一个，规费法是规费的基本法，它的主管机关不只是财政部，那在院辖市，院辖市也是，县市也是主管机关，乡镇也是主管机关，所以盯在规费法一定减免的话，所有的地方都一起要减免了，会不会有中央立法地方承担啊，地方负担这个问题。第二点就是学生啊，现在学生不只是我们狭义的学生了，像政大、台大的企家班，一些企业的经理人、总经理、董事长，很多都是学生，像这个要不要免了啊？我想这个请大家考虑。所以我们要口头说明的，就是说对学生减免，我们没有反对，但是不一定要定在规费法，定在相关的作用法，免得定在规费法，全国一致适用啊。第二个，学生的身份要详细的考量，因为现在不只是只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些学生了，很多像公务员、企业家都在当学生啊，就所以我想说，这个在职进修、成人教育都非常的普及啊。所以第三个，我们考量是说，对学生现在目前很多这些业务主管机关，不管是对老人、对身心障碍、对低收入户那些减免，都是用公务预算来支应，而不是用减少收入的方式啊，就类似社福政策用补助的方式，而不是用减免规费的方式。那接着我们再说明，这是规费啊，目前全国大概将近1000亿，9000多亿啊，中央600多亿，然后地方300多亿。那这个就是影响层面比较复杂啊，所以我们各级政府要因地制宜，避免中央立法地方负担。所以我们各位委员如果认为要对学生减免，我们不反对，但是是不是定在作用法里面来定啊？然后呢，或者用补助的方式都可以。以上的说明，敬请各位委员支持指教，谢谢。另外哈，我们今天这个经济部也是相关的业务，所以他们有提一份书面报告，请各位委员自行参考。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询答。第一，我们是不是维持过去的惯例，每位委员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第二，我们上午10点进行截止登记。第三，因为部长今天是主要备询的对象，所以上上下下台的时间很多，所以不必向本席行礼，直接上台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请登记第一位的黄国昌委员质询。谢谢主席，麻烦有请部长。方委好。部长你好。第一件事情请教，延续着上一次跟部长请教的有关于反海外避税条款。是。我了解财政部很认真哦，在4月15号的时候召开了一场公听会。是。那在那场公听会里面你们用很清楚的 data。显示了出来说上市公司位于低赋税区域的境外公司还没有分配的盈余统计，一直到2013年的时候是2兆2276亿元。是。那这个严重的侵蚀我国的税基。是。那因此针对于财政部往这个方向继续坚持来推动修法，本席深表赞同，谢谢。那但是我要进一步请教部长的是说我们在上一次答询的过程当中，我有请教部长说你们处理了企业的 CFC， 那个人的 CFC 为什么在这一次4月15号整个修正没有讨论呢？我跟委员报告，
我国个人是采属地主义，就是对中华民国来源所得课税，海外所得不课税，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是 global income， 就属人主义，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如果要把个人纳进来，在所得税法里面是纳不进来，但是在最低税负可以，所以可能是两个法，未来可以再修最低税负。没有，我现在要跟你讲的就是所得基本税额条例里面的修正嘛，是因为上次我也跟部长说明过了嘛，上次在复改会是基本上修法建议非常的清楚啦，是那我会希望说吼，我们既然要针对反海外避税来修法的话，是就一次把它做完整一点啊，不要好像有分阶段，这样让人家感觉为德不足啊。所以我还是我可以直接跟部长说明啊，就是说以时代力量党团的立场，我下礼拜就个人 CFC 的部分，我就会正式提案了。那到时候可能会跟财政部提的案啊，并案来加以审查。所以我会希望财政部跟行政院正式提案之前，可以再考虑一下，就个人 CFC 的部分啊，你们再慎重的考虑，可能会比较妥当一点。是，谢谢，谢谢。那第二个啊，我要跟部长请教的是啊，这个也是我上一次在针对有关于纳税者权利保护专法，我所召开的公听会，我也有邀请贵部的同仁啊来参与。那那个时候我就有跟贵部的同仁清楚的预告啊，就是我在下一次遇到部长的时候，我会针对这件事情啊来进行质询。因为我们现任的总统啊，马英九先生，他在2008年竞选的时候，他提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政策啊，就是要保障纳税者的权益。里面最具体的主张啊，就是要在中央以及地方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协助辖区内纳税者与税捐稽征机关协调解决税捐的争议，保障纳税者的权利，降低税务诉讼。那我们在看到去年2015年五月的时候，行政院啊，针对马总统政见7周年执行成效检讨报告当中，他没有把这个消费者保护官啊的政见把它给擦掉。那但是现实上面什么？现实上面呢，是在里面具体执行的内容当中，却完全没有设置消费者保护官，那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作为。那我想要请教部长啊，就是说，马总统在推行这项政策的时候，是不是有得到贵部的支持，还是说因为贵部不支持，所以马总统决定他不要继续推的这个，他不要履行他这项竞选承诺？跟委员报告啊，这设置纳税人保护官，在1998年成立赋税改革委员会有讨论，然后也委托了台湾大学做研究，当然也会了相关的部会这个意见了。全系部、人事行政总局、国发会都有不同的意见。他主要的意见就是说，这个政策的决定哈，独立行使之前会跟税务人员，就跟国税局局长相之前相汉格。那现在的司法行政法院这些法官哈，也大概可以保护了哈，所以纳税人保护官就决定不设，但是在税捐稽征法成立纳税人保护专章啊，那个没关系啊，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不要都混在一起哈。所以各个部会啊，针对纳税者保护官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不同的看法，有没有跨部会统整过呈报给马总统？这个都在行政院处理了，就没有报给马总统。但是研考会有列管，就是说总统的行政院有没有正式的公开说明过啊？马总统在2008年所提的要设置消费者保护官的这一个政见啊，根本不可行，所以本院决定不予执行，有公开说明过吗？复改会就是行政院下面成立复改会的报告，我看过，是他们的建议，他们的建议跟你刚刚讲的似乎不太一样。他是说，会滋生业务上的汉格跟行政体制的混乱，会而且外界难免会有官官相护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就我看的复改会的研究报告啊，跟你刚刚所讲的复改会的结论啊，似乎内容上面啊不太一样。那如果说啊，今天一个政府他提出了一项政策，而这项政策又是非常多的国人大家所共同关心的事情，那如果要不做的话，事实上应该有个清楚的说明啊。上次公听会完了以后，我就有拜托你们财政部的代表，把你们会其他各个部会相关的意见，是能够把相关的书面提供给我。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啊，不过显然他们有跟部长报告，所以部长今天手上有准备，是没有关系啊。部长，您现在手上的报告是不是方便会后的时候再提供一份给？可以，再提供一份给我哈。可以。好，那我们现在哈，鲍委员，我再补充一句，是那个覆改会第五次会的决议是说，纳税人潜入保护关的部分列为长期性措施了。对啊，那您 您觉得他所讲的长期性措施是我们现在不宜要再等五年、十年、二十年还是三十年？这是我们现在的政府要跟我们的国民讲的吗？说设置纳税者保护官却有其必要性跟优点，那只不过我们要长期的规划。那长期的规划是多长期？有具体的时间表吗？没有，就是牵涉到国家的组织跟相关的行政体制了。没有关系啊，就是您把各个部会的意见全部都会诊。那我们到时候我在不同的委员会质询的时候，一个部会一个部会就叫他们的高见啊，因为我在办有关于纳税者权利保护专法的公听会的时候，大概所有与会的学者关心这件事情的人，大家通通都赞成。我还没有听到说反对具体的理由到底是什么。那至于说在组织上面要怎么调整，那是政府的责任啊，是，那不是人民的责任啊。那你怎么会从政府组织上面不晓得要放在什么地方来作为反对这个制度的理由？那人民现实上面是有需求嘛？刚刚部长你也提到了说，就有关于我们目前的行政法院所设置的在税务诉讼当中有足以保护当事人的权益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似乎跟我那天所开的公听会的结论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大家最诟病的就是万年税单的问题嘛。我针对一个税单打了行政诉讼，打到最高行政法院我赢了，撤销命原处分机关重为处分，结果处分的时候稍微改了一下金额，又再打了第二次的行政诉讼，然后又再撤销发回，又再重为处分，然后又再打行政诉讼，这样来来回回造成了所谓万年税单的问题。从这个现象继续持续的存在，部长您应该同意，我们目前行政法院里面针对于财税案件所设的专庭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它实际的效果嘛。所以现在我那天开公听会两个具体的结论，与会的学者有认为要从设置财税法院这个角度去切入，有人认为要去仿效刑事妥适审判法。这个诉讼如果打超过了八年以后，那这个时候就原处分机关就不能再重新为违法的处分了。那针对这两个修法的方向，部长您认为您赞成哪一个，还是都不赞成？鲍委员，设财税法院哈，那个当然不是我们财政部的执掌了，那个要跟司法院来讨论。那如果司法院问财政部的意见，财政部的意见会是什么？其实现在我们认为行政法院哈，那个有关法院的审判，其实已经有财税法院的功能了，因为他行政法院几乎都在审财税的案件比较多了。大家现在质疑的是有关于行政法院在审财税案件的专业性嘛？我具体的讲嘛。在德国的财税法院，他们针对这种违法的税单在打行政征讼的时候，那法官是自己会算税额自为处分，他不需要再丢回去给原行政机关再重新核定那个税额。这样的报告委员，那个撤销的部分我们看大部分都是属于事实认定，他认为有些事实请原处分机关再查明。你觉得我们的法院没有能力去认定事实吗？这个当然我就不便置评，有些法官我看判决书是写得很高明啦，像有些帅法官那些我看都写得非常高明，也不是没有，因为我时间到了哈啊，针对这个主题我是很清楚的，让部长知道，我一定会再追下去，那相关的资料再请部长可以一并提供，那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再继续针对这个主题探讨，谢谢。 好，谢谢。好，感谢二位，各位请回。接着请卢秀燕委员。主席，请部长。好，张部长。委员好。部长辛苦了。部长，昨天我看到新任的国安基金委员邱俊荣出来讲话哈，那他提到几个东西。第一个呢，他提到说国安基金应该继续维持。那你知道，因为国安基金呢、虽然它是委员制，但是政府的很多官员是必然的委员。
再加上执政党委员的提名哈，那所以呢，政府其实掌握国安基金是过半数以上，多很多，所以政府就是控制国安基金。那这个邱俊荣委员呢，他是民进党执政党所提名的新委员，那他出来讲话接受访问，就说国安基金应该继续维持，那这是否相当定调新政府上任以后改朝换代以后国安基金会继续存在不会撤销？因为前阵子有人在讨论国安基金应不应该撤除啊，废除，那您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在上一次的委员会也有简单教化意见，没有当作讨论的议题，我们也赞成继续维持国安基金。成立到现在虽然没有多少年，但是、有效果，所以我们赞成继续维持。好，谢谢。是他昨天讲的第二件事情是说哈，国际情势诡谲，所以呢国安基金因为新委员已经上任了嘛，国安基金也不排除随时进场。那我就不晓得这时候的讲话，你们上次在讨论里面，因为你还是现任的委员哈，现在国际情势有这么诡谲，需要出来放话说国安基金不排除随时进场吗？他应该是在信心喊话吗？他应该是强化他说国安基金要维持的论点了。在我看来，他说因为有国安基金的存在，随时发生问题的时候才可以随时进场。是，那就我的了解，是过去国安基金的委员相当的谨言慎行，很少接受个别访问，那也不会个别跑出来说现在国际情势蛮诡谲的，我们不排除随时进场，有过这种情形吗？个别的委员的动作应该比较少听到。对，那所以有人就昨天为什么我注意到这个新闻，是因为有股民告诉我，哎，他现在是在操纵股市吗？在放话吗？就是某一个委员放出来说，哎，我们国安基金可能要进去哦，或者怎么样。因为你知道股市常常所谓的做多是信心喊话或是放消息，那你觉得这样的行为适当吗？我想也不是个别委员说要进场就进场，这需要整个委员会决议授权才能进场。 是。那另外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是新旧委员，有这个现在政府的官员在里面当委员，包括您在内嘛，那也有各政党提名的新委员等等之类的哈，所以你要不要就是新旧传承一下，稍微大家以后互相学习教导一下，个别委员讲话要非常慎重哦。是，我想这个每一个委员都应该要遵守这样的规定。对，是。好，那我们就观察一下，因为昨天股票跌了119点哈，跌了119点，有人在讲119啊，那所以我就那不晓得今天是不是他这样一喊话以后股市又开始做多了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那第二个哈，就是下个月开始啊，小市民财政大家要开始报税，这么多年来我们多位委员，包括费鸿泰委员，包括赖世葆委员，包括我等等，包括可能吴秉睿委员，有大家都在讲，财委会都在讲，我们现在报税的电脑方式啊太过落伍，因为呢我们自然人凭证就只做 IE 啊，只做 IE 浏览器。那结果这两天还有人在谈这个事情，说财政部为什么只做 IE 呢？自然人凭证，他你们的答复是因为厂商只给 IE 版本啊。那如果厂商只能给 IE 的话，那厂商如果被微软绑死的话，那所有国人啊，我们全部要被跟着被绑架。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财政部到现在为止，那我们不当也不只是财政部了，整个我们政府的这个浏览器的方式都只能限 IE， 为什么？是不是我请苏主任来说明一下这个程式的部分好不好？谢谢。谢谢委员给我们这个机会。事实上在整个自然人凭证，一本连今年的健保 IC 卡整个认证的自然人凭证是归内政部那里，他现在只有提供 IE 的环境，健保 IC 卡今年还是一样提供 IE 的环境。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跟他们沟通，能不能再开放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浏览器，不然民众在使用上面。你说什么？你们是受到内政部的限制啊？
自然人凭证一宿这一个自然人凭证认证是内政部的，而健保 IC 卡是健保署的。我们是利用他这两张卡片来提供民众报税，他提供这样的平台，事实上，所以是内政部的关系。他们是当面的，在他们那一部分。哦，我们政府实在太落伍了。那你们没有跟他们反映吗？就说像这种事情，因为内政部使用自然人凭证可能也不是很多，你们是最大户，你们的这个民众是最大户，因为每年都涉及到报税，成千万人以上的企业客户或个人在报税，那你们都没有反映吗？或是争取，或是怎么样？报告委员，我们反映了四年，反映四年都不改革。他们一直说那个没有办法再提供相关的，我们反映了四年，因为我们觉得非常不方便。所以政府整个电脑的这个作业版本通通被绑架，是不是？应该也不能说是绑架，而是说他们在 IE 的各方面的安全环境检测是最完整，所以哪里？你真的问一般小老百姓？你看我一讲完，大家都在笑。你一这样答完，大家都在笑。他的防毒软体是最糟的，所以表示政府，你看看有科技部门，我们科技政委，结果呢，我们台湾的，我们还说是以这个做3C产业最有名的国家。结果我们政府的资讯的这个工作平台是最差的，全世界最落伍的，真的是值得嘲笑，哎，真的值得嘲笑。所以今年我们又无望了，又必须还是要搞这个 IE， 哦，这个真的很糟糕哈。好，接着你请回部长，我在您刚才有在特别答复，就是有关于货物，有关于这个规费法的事情啊，我佩服你的勇气，因为你敢讲话啊，因为你考，因为。照理说重视，你可以说，哎，大概就顺应立法院嘛。可是你敢讲，你说第一个，你担心我们对于这个是一定要定下去，用这种身份定下去的话，那会不会造成中央跟地方他的规费收入减少？第一个我答复你不会，为什么？因为现在根本学生，你只要凭身份证啊，通通有优待。你去举一个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园所、庭园或者厅舍。他是学生票是全票的，没有，都有学生票，所以第一个不会造成规费减少，因为事实状态。相反的，如果我们不改正，中央跟地方政府现在减免就处在一个违法状态，因为他并没有办特别业务啊，学校没有像规费法里面讲的什么学校现在在办教育，没有啊，当时都是凭身份学生证就进去了，所以如果你不改正，第一个呢？根本让各个机关会呈现违法状态。第二个也不影响收入，是因为现在中央地方各个设施场所通通是凭学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假如说用身份这样一个方式就来的话，减免的话不妥当。这里面现行法律有老人啊，老人又有钱的老人啊，那为什么老人可以凭着身份就可以进去优待？所以身份不是问题，而是我们对于这个族群，对于这个身份，国家有没有义务要帮忙他。所以现行的法规，低收入户大家很赞同，第二个就是老人。那学生呢，事实上已经在实施，各个政府通通呈现违法状态。好，另外还有一个，你刚才提到在职专班的学生，你知道啊，在职专班读多贵啊，比一般的学生贵啊。一个学期哦，5到10万，一年他要去读在职专班10到20万，一年大概读毕业，如果是研究所至少读2年，一年要缴的学，两年下来要缴的学费是20万到40万之间。有人是为了投机这个学生身份优待票，去缴一学期。或一年10万到20万的学费吗？不会吧。相反的，你愿意来读书，国家应该奖励，国家应该奖励。第二个呢，你缴这么多的学费，带来更大的经济规模。第三个，究竟这种在职专班是所有学生数里面的少数吗？所以我个人在提供，第一个，我们的规费不会减少，因为现行的通通没有在，就是凭学生证减免可以进入。第二个呢，如果我们不改，现在所有的机关通通面临违法，所以这就是你们财政部的同仁，去年他不是白目啊，他是太守法令了，通通写信给地方政府、给教育部、给财政、给文化部，
为什么你们可以减免？法律没有说你们可以减免呢、啊？所以如果我们不修改，会让中央跟地方所有的机关呈现在违法减免的状态，这才是我们要导正。我跟您说明一下哈，谢谢。但是我佩服啊，你就是敢在 defense 做不同的这个考虑的一个说明，我佩服你。谢谢您，谢谢，谢谢。好，感谢二位。接着我们请吴秉睿委员。主席，麻烦请财政部张部长。张部长来。吴委员好。部长早。要来跟你请教关于台湾的电子商务。是。你知道台湾电子商务现在的这个市场的产值是多少吗？你大包委员可能没有一下子没有答不出一个数字来。对，事实上是有统计的、啊、是，你们现在是一年大概是1兆多了，1兆多是。那这些购物平台都，他却去公布了他销售商品的数量，没有公布营业额跟获利的数据。想请问说，财政部有没有掌握这些购物平台的营业额啊、获利的情况？有没有遇到正常的状况在缴税呢？我们大概在102年，我们就成立小组来查缉。那查缉也有成果，进口的部分啊，我们大概补税加罚大概6.9亿、7亿左右。那进口国税部分也是补税加罚也是6点多亿，加起来大概将近14亿了。你那个是对电脑上面的购物网吗？是啊，这个电子商务可能那个范围比那个还大一些了，包括是电视的购物台等等。是是，国税局最近有表示说，台湾首次的网络交易专案查核作业4月1号要展开。有提醒业者要自我检视，如果发现有逃漏税的情况，在3月31日前主动报缴所漏税款，以免受罚。这个作为现在得到的成效是怎么样呢？委员是说，就国税局这边能不能提供资料给部长？我们因为才刚开始啦，所以是你是4月1号要展开这个专案的查核，是啊，所以你叫他们3月31日前要主动。补报缴所漏税款吗？我的意思是说，到底有没有人补报呢？还是目前应该是还没有统计。你跟他讲，就大家都不怕。还没有，还没有统计，还没统计，对，还没进来。对。那就你们所知道，这样子的这个逃漏税的情况会不会很严重啊？这样啦，我们这个是提醒啦，就是用税捐稽征法这个48条之一说，自动补报补缴可以免罚啦。不然的话，我刚刚讲的数字就连补带罚，所以查到了就是要罚。对，但是如果跟你那个交易额1兆多来讲，你这个6亿多实在是那个数字相对非常的低的哈。那当然你是说这是当然逃漏税的数字、啊。我演讲的1兆多哈，有些应该是有缴税的、啊。是的，我知道啊。对啊，所以因为都没有详细的数字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实际上内容是什么，所以是不是应该要让我们多一些了解？我们只能尽力来查核啦，所以查核的成果大概就是14亿左右。好，现在国际之间对于这种反避税潮流开始注意这个跨境电商的课税问题哈，各国也有都修法来将这个跨境电商课税来纳入规范，连中国的跨境的这个电商的新制度在日前要上路了，那这一点我们台湾是不是落后了？也没有落后，我们在密切注意。我刚刚讲过，102年4月我们就成立小组，也在收集各国的资料，包括日本要把在日本要求各国的电商在那边设立PE， 这些我们都有收集。这在国际上哈网络课税还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课税方式。对啊，我们希望能够加紧，我们有收集资料，跟到人家的速度、啊、加强。对，我们这个没有加税。但是把税基找出来，是免得有人漏税啊，这样是有这个社会公平性的原则、啊。未来赋税署国税局的一个重点啦，就是看国际的趋势，怎么来加强。我个人呢，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东西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跟第三方支付有关呢、啊。你如果光是从货品端的这个物流上面要去查这个税哦，并不是那么容易。包括我们查三流，你刚刚委员讲的是金流，对，我们还查物流，还查资讯流，是，所以查三流。那问题是你这样利益良好啊，你要查三流，问题是你查到多少是一个对啦，是问题的关键、啊、就刚刚讲的目前补税加法就大概内地税加进口的就是14亿啦。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台湾的这个第三方支付的法律哦、喔、是虽然去年年初就通过了，到现在1年多了哦、喔、连一家都没有合法的上路。
都还没有开业。是啊。那你有没有跟业者了解说，为什么法律通过一年多没办法开业？这个跟法条的解释是有关系啊。是。那我们在担心的一点就是说，当这个别的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支付宝等等，那都已经到台湾来，大家都在用了。那我们台湾的法令也没有办法阻止他用，我们的主管机关也不阻止他用，可是我们台湾的第三方支付的业者却自己没有办法上路。这个除了对我们自己的业者的到底他的就业环、他的那个商业环境是不是比外国还要严苛，更重要的是这会影响到我们将来税的这个查缴啊。如果这个第三方支付是在我们台湾普遍的台湾的公司，因为我们有主管法令，将来要配合财政部对这个金流的这个查、这个了解，然后课税，远比较外国的公司、中国的公司来跟我们配合容易的多了嘛。没有错。哦，所以这一方面要想办法，是不是应该要找这一些原来很想做的人，这些业者，再加上学者，再加上我们官方，大家坐下来谈问题在哪里？不然我们当初急急如星火说在。把他这个法律要给他通过，那时候也来拜托他通过了一年多了，没有办法有一家能上路。我想不是他们不想上路嘛，啊、一定有什么困难没有办法。是、啊。好，那这个跟我上次问你那个税一样啊。如果本国人的税跟他去外国绕一圈再回来台湾的税比较落差是超过他的成本的话，他很可能力之所趋，他就去外国转一圈，就变纸上公司，然后。变成假外资再回来台湾，那他税可以是、啊、同样的，如果我们台湾的这个同一个领域的这个营业，他法律上面的困难度这些门槛远高于其他的国家，甚至远高于其他国家来台湾的业者，那就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让台湾的业者无法生存。是、啊、那说难听一点，如果把它推到最极端，是不是等于打压自己的业者，不让他存活，然后欢迎外国的业者来台湾营业？我觉得这样不是办法，是，而且这个会有看不到的，将来会有我们不便利的地方啊，尤其我们财政部更要主张啊，如果第三方支付的这个金流可以跟财政部配合的话，我相信这个对于税的这个征收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没有错，没有错，是。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你们考虑一下，像韩国，当然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韩国这个如果是用第三方支付的，如果是现在用手机这样付款的哈。参加这个行列的这个企业啊，他还给他减免税金呢、欸。所以韩国在短短的时间内，几年内时间，他网络上面这种税的这个激增，他多了五倍、啊。反而是让他觉得说，那他的这个税基哦，所以充分的掌握，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观念啊。是是是，那是不是应该要赶快研议啊？好好。那你最近呢、哦？我像常常看电视啊，电视上的网络。上面就是说，你用网络就可以广告、哦，网络就订饭店啊，什么饭店比较便宜，几乎每天看电视都看到这样的广告。那像这种的饭店订饭店的广告，他如果在网络上付款，你们这个税金能够掌握得到吗？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因为饭店是我国固定营业场所，它是盈利事业，所以付款是它的销售额，那一部分不算电子商务。所以这一个地方还要牵涉到一个问题的，是不是将来那个免用发票的那个范围会越来越缩小？你这个支付的金流跟税金之间的那个激增才能够核对得上来啊！是是。如果你这个免用发票的这个领域很多的时候，这一些推动就会变得比较困难嘛。是。查缴税金也变得比较困难。是。那我们原来有一些免用发票，它有它的存在的道理。譬如说它是没有进项的农产品，它没有进项嘛。农民啊，生产的农产品，它拿到市场上去卖，你叫农民要开发票，这恐怕很困难。但是问题是，他的上手，如果他卖到超级市场，超级市场突然要开发票，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想一个配套，清楚的演绎给人家，让人家这个将来乐意说啊，我用这个，如果是用网络付费的话，你金流可以完全掌握，没有隐瞒嘛，是清清楚楚，是这样对税金的激增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对，好，希望能够努力，好不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谢谢。请赖世葆委员质询。谢谢主席啊，主席，各位先进，请一下部长好吗？哎，赖委员好。来，张部长你好。这个耗顶的事情到现在吵得沸沸扬扬的，
现在好像大家在关心的关注的焦点，现在除了翁启惠院长之外，杠上开花了，旁边一堆人都纳进来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先讲一个翁院长的事情哦。他这个说9300万，他是他女儿买这个股票，请问你啊，他如果没办法证明说这9300万是他自己的钱，那就是人家给他的。人家如果给他，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我请问你，你们要再查税吗？我看你们前几天去问他了嘛。这9300万是不是确定他从美国的账户汇到台湾的账户？是不是自己的钱？是，上一次报告我有提到，就是在上柜前，他女儿有汇了数百万美元到台湾银行的账户，就自己汇给自己嘛。那个、对。那他就是要买股票的，那跟那个支付的价款相当了。好，那现在要查的是这个钱来源是不是付？好，那个对，那现在就在于说，他说是赠与哈，就爸爸给女儿。对，他说在美国，因为在美国好像9300万台币的话、那个算美金应该是三百万左右，对，是在他的一个免税范围内嘛，啊，他没有500多，但是在我国没有在免费。那现在就问你说。我现在不要讲这个个案，讲通案好了哈。任何人在国外的赠与赠了一次了，他也交了遗产税，这个要赠与税了，你这里要不要再处理？要，我们的赠与税是环球的属人主义，所以各国的赠与税。所以赠与是属于属人。那你怎么知道呢？今天是翁院长消息弄那么大，比一般有钱人你怎么知道他在还有赠与呢？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税制。第一个，它是诚实申报制。如果没有诚实申报，我们合课期间有7年，7年查不到就没有了。这个就是整个税制的设计，大概就是这样。好，那现在如果了哈，你查到就是确实有赠与，在赠与的时间那时候的赠与税率是%，我们以前最高达50%嘛，我们呢后来改成10%嘛。如果那个之前就赠与了，是，那你要课%。那时候的还是课10%，看时点，在旧法的时代就课50%，新法的时代就课50%。那他等于是如果没有报跟我们报，是要漏报是不是？是漏报要加罚1倍，加罚1倍，那都漏合理啊。不是看时点，看时点，那都漏合理啊。对，看时点。不，假如他那个是属于你是在什么时候开成要改成18%的？98年。98年，就是2009年，所以那个应该如果98年以前，现在超过7年了啦，大概也扣不到了。所以那这个就很，我不能讲微妙了哈，就有个问题出来了。如果是在2009年之前赠与的，因为超过7年了，是，所以就没事了。是，所以他永远扣不到50，他最多扣10了。是，对不对？如果是之后赠与的，那就10，那再发1倍，是是，那就是20。啊，如果他已经补登记呢，补税了，要不要罚？没有，现在已经开始查核了。我们讲说，在未经查核或未经查获前，自动补报补缴才免罚。国税局已经开始查了，不能免罚了。现在旁边的一些人，像今天查出来什么阿法之类的，我们都看媒体的了哈。阿法之类的这些，外面不断的质疑，那个人应该就是人头了。那如果人头，就后面有个金主哦，这个金主张三、李四、王五，这个金主，我们不是用。看到什么用增加税来事后吧，我们用所得税法66/48事后吧，对不对？其他所得吧，这个对吧？我再来看看里面有没有所得啦。好，再来。怎么没有所得呢？对，委员，我想您指教的。我请问你哦，请问你哦。是。他如果持股是30块钱，卖的时候是330，就赚300啊，那个算不算？对。算不算？请问你算不算？算不算？算不算证券交易所得？对，不是证券交易所得，是其他所得。你们。因为我处理过类似这个案子嘛，你们是用其他所得的来嘛，也就是说他如果今天不用人头，比如说阿宝后面那个人叫王先生好了啊，随便讲啊，王先生，对，王先生没有任何不敬的啊，王先生如果用自己的名字去卖股票赚了钱，他不用缴证券所得税的，他只缴证交税，但是如果透过李小姐，那个是徐小姐，透过他去卖了赚了钱，一张就赚30万了，10张赚300啊，这个100张赚，对不对？这样子的数字的话，他是要交所得税的哦。如果超过1000万，45%，平常的时候40%，我这样讲对吧？
对了，要当然要看中。我求你这样讲对不对？看中间的法律关系啦，看看它是什么关系，啊，是信托啦，是借贷啦，还是什么人头，是不是请求权啦？这看法律关系啦。信托跟人头一样的，不是？对了，求你信托跟人头什么不一样？信托的话，它是受托人，那那个所有的利益啊，当然就靠信托的课税的法律。我们有信托的另外的税制。啊，人头呢？差在哪里？人头的话，借人头，当然那是另外一个，那就不是信托了。部长，对，我在这里讲说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哦。我处理过这样的选民服务，是，就是有人用人头去买卖股票赚的钱，你们一分一毛去课所得税的、哦。那是请求权了。啊，你们一分一毛课所得税，虽然人头无罪，可是税里面你们是很重的哦，就是纳入综合所得，然后呢，课再加罚一倍。所以整个非常重的、啊，对吧，吴处长，对吧？啊，对不对，吴处长？来来，吴处长来、啊、来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处长？换了是？很快，很快。不，你升官了没有？很快。还没升到你这啊？来，处长，我刚讲对不对？委员讲的应该是对的。对嘛？啊，我就讲一遍了，各位，这里面现在查出来阿尔法，我们认为外界一直认为这是人头公司。外面一定有一个真正的金主，不知道姓什么，假如姓王好了，随便啊。以这样来看的话，证券交易所得税对这个阿凡那个徐小姐还是谁是不课的，可是对王先生找到是他的钱要课的，课综合所得税40%，超过1000万45%，然后呢连补带罚一倍就是90%或者80%，对吧？是不是，处长？报委员，我们现在还是要确定他那个十大股东究竟是不是人头了，这个可能国税局还要再进一步确认。怎么样确定是人头？现在可能要查核，因为他是好像是在这个，譬如说在租税天堂设立的这个公司，用法人的名义进来的，他是一个投资，是一个放的，还是一个公司形态？我们可能要需要进一步了解。不，我现在不要讲个案了，我讲说，我讲通案来讲了，不一定法人，就是我委托他卖也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委托证明中卖赚的钱，他不交证交税，那我要交所得税啊。是像部长刚刚所讲，那是一个请求权。因为你们是根据租税税征稽征法第12条之一嘛，对不对？实质课税所得嘛，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嘛，哈。是，对吧？好，你请问啊，那个处长，另外部长，我再请问你哦，这个就是海外的赠与，你除了诚实申报，你们没有去查过哦。委员，我们办税啊，诚实申报制，第二个就靠检举啊，那第三个靠兄弟之间、姐妹之间的相关的一些资讯，所以啊，不是说每一个案子国税局的人都有能力查核，这是我们公权力有所穷了、啊。我要跟各位谈好。好，另外啊，大家是讲 CFC 啦、PM 啦、PM 嘛哈。对。那有人就跟你呛瞎了，这个人，说。现在跟我们租税协定的只有30个国家，所以即便你那过也有税收，也不会太多，是这样子吗？这就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啦。这我们现在生效的29国，大概主要的贸易国家都在内啦，美国除外。美国没有，那其他的大概主要贸易国家都有了。对。不是，那但是问题，那大陆没有啊？大陆也还没生效啊！大陆没有，大陆还没有生效，美国还没有嘛？对，这最大的日本有没有？日本有没有？日本有了，日本有了、啊、生效了，生效了哈。对，你有没有算过大概可以增加多少税？委托学者研究大概是80亿左右。80亿啊？你不是有委员讲说什么3000亿？公告还厉害啊？不是，那个是指在海外的，当然海外的有2兆多了，留在停泊在海外。租税天堂的那个未分配盈余有2兆2000多亿了。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大家也很关心了、啊。现在很夯的一个题目啊，金融商品里面很夯的题目叫 FinTech， 网络金融、网络银行属于这个一环。这个东西大军压阵啊，大陆已经给他定了一个税了。我们有没有办法对这个定税 ？FinTech 有没有？目前没有，因为这一部分呢、啊，只是网络金融，我们请工股银行全部要朝这个方面这个要去可以列入交给下任部长来用了哦。是。那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说这个45%，你们呢现在接部长，你们的次长徐哲啊，来看我的时候，一副要松动哦，
45%要松动的样子哦。你觉得45%可以松动吗？我没有听他讲过啊。他昨天我看今天媒体报道说，新部长说租税公平也放在首位，好像是这样讲。我听到他的隐含治理行间45%要拿掉哦，那个5%要拿掉哦。我在这里先讲哦，这个我们绝对反对。好不容易通过这个案子哦，这个如果这张骨牌倒掉的话，那个两税合一课半减半的也倒掉了。你的所做的租税什么那个叫什么健全方案呢、啊，全部破功哦，等于许部长上来全部把你打倒哦，变这样子哦。应该不会啦、因为新政府也是虚权恐急啊。虚权恐急不能乱搞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不会一直。那是公，对不起、啊。那是公平正义啦，对，不会一直减税啦，对不起，对不起，他要他会他不会一直减税。我觉得你要交代他的，是45%那一块，你的财政健全方案不能够马上改，如果马上改，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徐哲上来第一件事情，先把张胜娥啪啪打两巴掌，安内金牌垮了。不会，谢谢。不要太激动啊！接着请曾明忠委员质询。主席，麻烦请赵部长。政委好，部长好。刚刚提到了有关财政健全方案，那个是部长任内力推的法案，来完成三读。首先，你要对部长任内对健全中华民国的财政所做出的贡献，我个人要表达非常高度的肯定。真的也非常谢谢部长，也感谢您在主委任内的支持了。没有，真的谢谢部长，谢谢，这个是我相信台湾要加税不容易，你任内又加了这么多项的税，其实就财政的层面来看，我表达高度肯定的意思。谢谢，谢谢。接着是来我们往下看，今天的部长很清楚，因为过去整个金融商业的专利几乎都制造业。服务业非常少有提出金融专业的专利，尤其是金融的方面。来，我们看下一页。所以所谓 FinTech， 它就是 Finance 跟 Technology 两个加起来，做适当的研发之后去申请金融专利。好，看下一页，这个是世界上最新的统计。因为整个金融业的创新，怎么样提升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所以现在世界上的 FinTech 的 patent， 也就是它专利的项目，到现在世界上是98,931项，包括资料的分析、物联网、行动通讯、安全、那个网络安全跟cloud computing， 还有数位的货币，这个是几乎是未来金融业转型最重要的技术。我们来看下一页。那这个是假设按照它的功能来分，可以分为支付、银行、财务管理、资本市场跟保险等等。过去的传统金融业不需要有专利的申请，也不需要。但是近期内的金融发展，必须利用刚刚提到了五种金融专利。这个是会未来金融业决胜的关键技术。好，再看下一页。其实我们回先看这个统计，你看 Visa 现在已经拥有金融专利超过1300项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超过1000项，韩国的新韩银行超过1000项，其他国家积极投入金融做研发。我们先不谈金融，我们回到国内。国内为什么制造业不管是 DRAM、LED 为好，为什么没有竞争力？就是我们没有掌握我们的 key， 最重要的技术，所以往往要跟国外买专利，还要付权利金，所以我们竞争力真的是不好。好，看下一页。我们回到国内整个 FinTech 的情况。侨美国际最多是47项，国内的银行包括国泰世华12项，中国信托、台北富邦、玉山、永丰金，整个金融业的部分
只有24项金融专利，还不讲这专利是值都是地方性的，不但量不够，值也不够。最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边呢、啊，这里边呢、啊，部长管的换公股啊，一项也没有，一项也没有。那最需要注意的是，阿里巴巴有36项。所以我的建议是来看下一页，因为过去依照产创条例的规定，R&D 的投资抵减几乎都制造业，服务业几乎没有使用。那我要请教部长，到底金融业假设投入比较高端的 R&D， 就像现在几乎非常先进的 blockchain， 就是区块链，区块链以后，英国的中央银行认定它是会带来整个金融业非常重要的产业的革命。那 WEF 世界经济论坛也认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技术。现在国内跟国外，尤其是国外，每一个称得上大银行都投入大笔的资金在进行研发。最后我要请教部长，假设金融业投入这些比较高端的先进的支出，能不能适用产创条例的投资抵减？部长的看法怎么样？包委员，产业创新条例是没有业别之分的，是，所以应该可以用，只是金融业可能不熟悉，不知道用。二方面可能他们也没有去做研发，是，所以哈，委员您刚刚质询的内容非常好，今天下午财政部公股事业研讨会，我就会把这个内容来，尤其是第二点，督导泛公股银行来强化研发，是，这个非常重要，是，对，谢谢部长，因为真的是关系到不只是泛公股，也关系到以后金融业的升级的关键技术 是没有错。那我想这个不止，假设部长持开放的态度，我还回头要求金管会要有一套认证的制度，是说到底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规定，没有错。先研究一下产创投资抵减里面的相关的办法，然后呢去配合它，是，对，好，非常应该可以适用，对，非常谢谢部长，谢谢。就是希望假设财政部持开放的态度，我会回头要求金管会去把他的认定 SOP 建起来。是。那另外有关泛公股的部分，就要麻烦部长。是，我今天下午就会。是，因为你看里面有22项，那整个泛公股一项都没有。是。而且都是未来金融业升级的关键技术。是是。谢谢。好。另外啊，再跟部长讨教个问题，就是电子商务的发展。现在几乎是跨境，那假设是我们台湾国内的民众到国外去买货物，那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海关或者营业税的扣缴目前是怎么处理？这样货物进来哈，我们大概有一个规定，3000元以下就免税，这是简政便民的啦。那3000元以上都要课税，就进口关海关的部分。那如果我们现在在查什么呢？在查有没有化整为零，尽量多用3000块这个额度免税门槛。所以我们查同一个收件人、同一个地址啊、同一个账户，在查这些金流、物流跟资讯流。所以我刚刚报告进口的部分已经补税6亿多了，是6.9亿。那进关内地税的部分也补了6.7亿左右。是，对。谢部长已经注意到有关销售货物的部分。那另外一种情况，一种类型是销售劳务，比如说 Google Plus、App Store、Line、Facebook， 它在台湾没有营业据点，没有设固定营业场所。那很多大在台湾销售大量的服务，那有人预估，我当然没有，我相信国内有没有这个统计资料，不知道。有人预估。上百亿，那到底您刚刚提到了销售货物的部分已经有补税，已经注意到这个事情，但是有关劳务的部分这一块更大，有人预估上百亿甚至300亿，那这一部分部长议定要怎么处理？
跟委员报告，这个我们有登记的哈，有关劳务的大概也有课税了哈，比如说 Facebook、Agoda、Booking、Uber 啊、Line、Google Play、Apple、App Store、Microsoft 这些大概都有课税了，有扣到税，都有课，是都有课。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扣的是它是台湾销售，有可能是跨境的，这个是在本土销售的，还是跨境的？跨境那块更大。基本上哈，营业税的劳务是这样的，如果从国外卖进来，是由买受人来缴税了，是就国内的买受人，那这些嘛已经在台湾设立盈利事业了，所以等于是境内交易了。是。那可能要去厘清哦，就是说他是不是只有扣到的是在台湾销售的部分，有一些部分是跨境的，是从美国跨境销售，像销售货物的部分，那一部分呢、有没有掌握到？那可能要进一步对那一点要进一步了解，应该比较困难了。要是对，那牵涉到课税权的划分了。是，对，那这不是不是要透过先签租税协定来？没有错，没有错。OK， 是，好，好，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部长。请徐国勇委员质询。啊，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部长，我们请。徐院好。部长，我先请教一下哦，规费法如果减少规费，你们有没有算过会减少多少收入？刚刚卢委员也讲了，目前学生的部分哈，大概各县市也都免税了，所以应该减少不多。现在是牵涉到法律的问题，如果定在规费法，等于各县市乡镇一律免了；如果定在作用法，就只有那个部分免。哦，是，所以基本上减少的不多嘛，所以这个法律提出来是相当好的一个。没有错，只是说我们都在规费法十二条，那里面讲说。业务主管机关得减免，所以是由业务主管机关减免的，不是由财政部来减免的。而规范的主管机关也不止财政部，是在台北市乡镇地方政府下面，都是所以会有会变成说中央立法地方买单。地方买单，对，那会有这个问题。买单的结果，财政部会不会有什么再补助给他们？过去税的话都这样补助哦。对啊，土地增值税、遗产税会补助吗？都是补助啊，这个会不会补助？这个要看有没有减少了，如果没有减少就那有减少的话也会补助。不过这个不在中央统筹里面，我们补助的都是财政收支发分法里面统筹分配税款减少了，所以中央要补助。所以现在问的就是说，减少了以后财政部还是可能会补助嘛？按照你现在的讲法，这个没有机制补助，我们那个补助的有立法，没有机制。那机制是谁定的？你们自己定的？也在法里面。在法里面，在法里面，比如说土地增值税要减税了，遗产税要减税了，里面就有这样的法源。所以你意思说，如果要再补助的话，我们还要再修另外一个法，在这里就可以了，在这里就可以。对对，好，那我再请教。那当然了，大家都想到排富，其实这个低收入户他们的这些学费啊等等的规费本来就好像没有了嘛，所以应该这个应该没有排富的问题吧？现在是有人在问说，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会不会产生排富问题？其实学生我是认为就不需要去分了，可是我现在因为学生都没有所得嘛，都是父母来。未必哦，部长，我们有很多立委现在还在进修哦。对，就我刚刚讲的那个，这他可不可以就在职专班？我刚才提到像七家班、七家班这些啊，经理人都很所得很高了，所以学生要不要给他 define 了？要不要界定说就纯学生？界定。他的学生在怎么样的一个范围？是是是。所以像现在很多硕专班呐、是。好像我在研究所教，我看我那学生打个那么喝雅郎，必要该喝雅郎。是是是。那我们不能减他再减的，这有道理吗？听起来怪怪的。所以在这部分，你们到底这个法提出来要修法提出来，要给你们说得了，当然是得了，也不是说一定会减。得。啊，这一部分你们有做过这一方面怎么样的一个建议吗？没有，目前学生大概都在减，但是我们是建议由各业务主管机关来减，这样他们就可以审酌自己的财政状况。这个都是给你们，如果说通过的话，给你们当一个参考的依据啦，思考。然后再看，这个减里面是说办理或持有就可以减免，但是办理
正在办理的过程里面，啊，结果办理我们主管机关没有通过，没有核准，啊，怎么办？减了，要再追加吗？追收吗？这部分会怎么办？所以这部分你们也没意见吗？你们就这样子认为也？报告委员，这个十二条第五款啊，嗯，可能大家有一点误解啊，不是说老人、身心障碍者这些持有身份证明就减免了，而是说他办理这个身份证明文件，去申请这个身份证，嗯，办理身份证要申请这身份证减免了，哦，不是说，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在立法理由里面要做，对，要做解释，对对，要把它限缩，对，要做限缩，办理拿到了证件以后，对，才可以减免。而不是在办理中就减免，不过因为这个办理或持有，这个会引起人家的。他讲办理是指去户政事务所申请身份证啦。哦，办理这个身份证啦。哦，是这个意思。对，免规费啦。嗯，申请身份证。申请免规费。对对 对, 對。哦，那你们这个要弄清楚，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我在网络上还有一些相关的 email 收到了，有一些人他们的关心，因为这个还是有人关心啦，哈。是。所以我说，所以我把他们的意见提出来就叫你，是是，然后再来哦，学生身份的认定范围就已经刚刚提到了，是是是，希望要去处理啊，再来我们看，哦，再来货物税啊，货物税这个我们没有意见了，啊，哈，当然这个之前就提过，不过我要是问一下，哎，经济部有没有人来？经济部工业局主任秘书，哦，好，主任，哎，好，请。这个我们这个货物税就是有关汽车，买汽车然后就可以出口，又可以5万块，这个现在达到的效益到底有多大，你们没有评估？报告委员，在刚刚财政部的报告大概有，他不，他是根据关税资料，那工业局这边是直接从汽车工会、车辆工会里面拿到的资料，嗯，目前这个送件的部分，汽车的部分已经有2.9万件，那机车的部分是有3.7万件，这是送件，还送件是表示工会他们已经收了，但他们都要整批之后才送到税捐机关，才送到税捐机关。是啊，所以不，我现在税捐机关是他们减税的部分。我认为说，你们在这里到底促进了多少经济的效益？就刚刚我们讲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已经受理的部分，汽车2.9万件，然后这个我知道你是讲的是数，是多少数量？我是讲说，譬如说对我们经济成长促进多少我们的。哦，譬如说 GDP 什么这一部分，你们有没有去做怎么样的一个统计？不，这部分倒还没有，但是还没有这个汽车跟机车的销售额，我们大概有去观察。你们估计会有多少的汽车增加购买量，然后会出去？这一进一出之间，对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注意到底有多少？有没有这个数据把它量化出来的？是在那个在我们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有做这个税制支出的时候，我们本来是估计一年大概有5万辆的这样的一个汰旧换新，然后我们汰旧换新，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达成率大概都达到50%多，接近60%，达到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目标了。年度的目标大概目前截至3月底，大概有达到60%的这样的目标，原来是估计一年大概是5万辆左右。因为最主要减税嘛，那财政部税减了少收了，等于是送给经济部嘛，你们要经济部要把那个减税达到国家经济发展的那个效益要出来，一定要利大于弊，对国家有更大的注意，这个减税才有意义嘛。对，这个就是我刚刚报告跟委员报告，就我们这一定要汰旧换新，好，哦，这个要把旧的报废掉，要买新车，买新车之后这个量，这个车辆数就会带动我们整个汽车工业的发展，那后面当然也衍生的包括就业机会，包括产值的增加等等，这一些都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的效益。对了，哦，我就是说你刚刚跟我讲还没有估计出来，是说对经济成长率的这个贡献，这个我们目前是还没有。 okay, 好，那这一部分我希望你们再看一下，因为大家也想知道这一些到底它的效益会达到什么程度，因为我就是没有看到，我上网 Google 一下，也没有看到你们有发表这一部分的。有，过去有做税制支出评估了，就正面的，不知道几十亿了。对，有几十亿。有作品，好，有做。那好，请回好了。那部长，我再请另外一个，哦，跟我们今天的两个条例无关的哈，一个条例，一个法律无关的，就是这个自由贸易港啊，这个管理条例里面，自由贸易港，自由经济示范区吧？不，自由贸易港条例，自由经济示范区还没有过嘛？那这个我不清楚，哦，我知道自由贸易港里面牵涉的都是营运，
人力、加工跟关税。其中加工跟关税，关税可能就是阻碍整个自由贸易港往发展的整个 最主要的。因为看起来从不管从交通经济来讲，现在业界里面所提到的都是在关税的部分，也就是说，譬如说从加工来讲好了，深层加工跟普通的加工、浅层的加工，浅层加工你们当然没有去管，可是深层加工似乎你们管太多了，就是关税的这部分管太多，所以导致海外的这些人家宁可去其他国家的港口，不愿意到台湾来。那这一部分的，应该他们有提出了相关的一些讲法，你们这部分有没有做评估，说想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改善？庄处长已经出来了，是不是请他答？好，来，谢谢。我比较委员问的应该是我们现在已经实施的六海一空的自由贸易港区。对，自由贸易港区管理条例。那自由贸易港区的概念是属于境外，境内关外的。但是问题是，就是因为是我们是属于应该是算境外。但是问题是，进来你们要人家报这个报那个报这个报那个报太多了，在你导致人家对于关税的这报的太多的这一部分变成繁琐的程序。还有深度加工，如果在这里深度加工，你们要做了以后，然后才退税，还是要先课税再退税等等，这一部分会造成人家的困扰。这个业界一直在讲，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吗？包委员，这个。自由贸易区里面进来 的通报，用通报的方式，不用报关的方式，非常简便。在里面加工处理的话，都是免税的，直接加工处理就出外是免税的。我知道你在免税，但是现在我举个例子啦，哈，啊，对不起，主席，再给我个二十秒就好了。你们回去思考一下，我们如果把自由贸易港区就当作好像一个停车场，今天你进来停车的，不管你是宾士的，不管你是裕隆的，不管你是福特的。Toyota 的，你只要进来停，一台车就是三十块啦，一点钟收三十啦。我管你什么车，你的车价值一千万的也是三十，价值两百万的也是三十，五十万的也是三十，类似这样，不必去报说你那辆车的价值多少钱嘛？你是 BMW 价值多少钱？不要让人家去报这一些。似乎你们在这一部分好像有繁琐的这一部分，我现在先提出来，我们找时间再来讨论这一个。好不好？谢谢委员，这是业界在反映。看看能简政便民的，我们尽量来做。对，我先告诉你说，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好，先把这个问题丢出来，让你们了解，好不好？好，好，谢谢。我们先预告一下哈，我们在费鸿泰委员质询之后要休息。现在请黄荣章委员质询。主席麻烦请张部长，谢谢。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我想刚刚听到您回答的我们徐国勇委员的质询里面，我想本席比较关心的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货物税条例第十二条之五的这一个部分，在今年初的实行。的情况跟结果，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刺激经济景气。好，那在这一个部分的话，达到的就是说效果，在第一季里面的话，跟原来预期的这个部分是不是相符的？刚刚经济部报告，它的数字比我们多，已经达到原来预期的六成了，才三个月而已。它原来预估一年可以换五万辆，现在已经有三万辆了。那现在我们国税局的数字当然比较落后了，我们在目前是三万两千辆啊。张部长，你同意他们的经济部刚刚这样子的讲法跟算法吗？有，他们在比较前端，他是从工会来的。申请的量嘛，对，好，申请量那个是申请税等等的，就是说量。到最后我们要我们原来的目标，好，根据就是说之前在审查的时候，是今年要比去年，好，要能够再增加五万辆。是，好，是增加五辆，那去年的额度达到了之后再增加五万辆，是，好，并不是全年一共有五万辆来申请这样子的退税，对，它是是不是逻辑上面是如此嘛？它是，所以现在的这个部分两万五千多件的话，并不是好，我们已经达成目标的一半了，是，我们先要追上原来的就是说的目标嘛，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对。他就是说，旧车报废换新车这个部分，他们预估五万辆，
啊，用旧车报废，两个连在一起了，不是只有买新车而已，要旧车报废再换新车。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并不是达到原先所预期的目标嘛，对不对？目前申请的件数不是说他讲的已经达到，就是说六成这样子的效果，对不对？那个要等到后来看有没有达到，就是我们现在要物尽的景气是去年的目标达成之后，然后我们要再增加五万辆。好，那我不晓得，就是说，就部长您目前掌握的资料跟资讯来讲的话，我们掌握的目前国税局审核的哈，进来有32000辆，然后已经核准了29000辆，核退的税额有5亿多了，就是这个部分。对，部长本席就查到的资料跟你一起做一些分享跟讨论了。好，我们在今年第一季一二三月的这一个部分，跟2015年好有就是去年同期来做比较。2015年一月的话，我们一共汽车销售数量是47986台，今年的话，第一月是47477台。好，事实上我们是少了509台。好，那二月的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包括年啊等等的情况，事实上相对历年都比较少。去年的时候的话是24900多台，那今年的话只有21561台，所以少了3372台。那三月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比较多，好，三月的话在去年的时候是33800多台，那我们到目前为在今年的话是37500多台，就是说增加了好3600多台。所以在这里面互相相抵的之后的话，我们在第一季的汽车销售的结果，事实上我们是-0.2%，并没有增加。部长怎么看？这个可能要再详细来核对一下，看委员的资料、跟经济部资料，还有我们国税局的资料哈，详细来核对一下看看。我们就是说，对，我按照就是说你处买新车买卖，我们的。跟委员报告哈的情况，我们就挂牌数字啊，去年一到三月是261000辆，那今年一到三月已经279000辆了。我们的数字挂牌数字有增加，增加了将近18000多辆。好，是。那好，这个部分的话，事实上效果有没有达成？好，目的有没有达成的话，好，我想当然有单一季。来讲的话 是不准，好，那然后也不能够来看整个的情况跟效果，这一点的话我同意，好，是，那要把时间拉长，是，好，就是说来看是这个方案对经济成长到底就是说有没有帮助，是，好，那我想请教部长，好，因为之前这个欧文审查通过的时候的话我并没有还没有到立法院来。所以就是说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最好最理想的情况跟状况是什么？我们当初在就是说定这样子的一个退税的规定跟办法的时候，我们希望刺激带动影响的经济景气可以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成效跟效果，大概几个目标跟委员报告。当初在立这个法的时候啊，第一个目标就是国外有很大的中古车市场，我们居然没有吃到这个市场。我们中古车没有外销，所以要促进中古车外销。中南美还有阿拉伯，这些都东南亚都有很大的外销市场，所以第一个要促进中古车外销，第二个呢促进汽车的产业，让新车可以出来，第三个旧车哈，我们有200多万辆，环境污染太大了。有没有具体的？有，都有数字，都有数字。能不能大致跟本席做一下说明？我们会希望是好，就是说我们在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出口多少旧车，是好，我们能够新增，就是说多少的车辆销售，是好，在这个部分。那然后如果这些通通达成了，是好，对我们经济刺激的效果，好，刚刚徐委员也有问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效果？我们 GDP 会增加多少，或者是说我们的税收会增加多少？对，
税收会增加，净增加几十亿了。我现在数字一下精确的我忘掉了，那时候有税收支出评估是净增加。好，这个资料是不是能够再补充给好？好，我们事后可以提供，好不好？是。好，那在这里面，刚刚我们也在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结果。好，然后我们希望对环保能够做出贡献，是能够就是说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我是不是能够请我们环保署的代表？今天代表的是哪一位？有来了。空气品质保护啊，是吗？胡检任视察是不是？是。好，照原来的就是说计跟规划里面的话，我们对于就是说这样子的旧汰换，如果能够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在节能减碳的就是说效果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结果？我们的预期目标是什么？那个当初这个方案是主要是经济部提的啦，那个有关环保的部分是附带的效果。那如果对不起，你说什么什么的效果？环保的部分大概是附带的效果啦，附带，对，就是说如果把旧车淘汰掉，买新车，因为旧车的污染啊，大概是新车的几十倍左右哈。那所以呢，它确实是有附带的环保效果，所以这是想当然而嘛，是对不对？而不是正式的，就是说经过计算。而且对于就是说环保署的这一个部分，事实上对于所谓的减碳定就是说目标，我也跟我们的署长讨论过。但是对于怎么样子达成，有什么样的策略工具，有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手段，事实上环保署拿不出来啊。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政策里面的话，事实上本席也看不到，就是说我们对于就是说车辆的这个部分，它必须要达到几级的，就是说标准，事实上也没有定定嘛。好，那今天我不晓得是因为您层级不够高，好，所以不能够就是说了解署里面相关的考虑，或者是说跟署里面跟部里面就是说在做讨论的时候，那然后你不知道。还是说在环保署里面的话，根本没有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也当成就是说节能减碳的手段。好，那我真的不知道就是说你们之后要怎么样子达到所谓的就是说减碳目标。好，我们在巴黎协定里面的话已经具体的对国际做出承诺。是那个包委员，这个把旧车淘汰然后买新车，它确实是有减少我们空气污染，或是减少这个二氧化碳排放的效果。可是这个效果是多少？我们必须要去看它到底淘汰的是哪一年的旧车因为旧车。所以你们会对这一个部分的话，你们会对于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做出统计吗？会。你们去看有多少年的旧车，它原来的排碳的情况是什么？那它所换购的就是说新车，在这个部分的话会减少多少？对，你们会做出这样子的计算？是，哎，可是因为事前我们并不知道有哪些车子会淘汰，所以我没办法。那你们多久会做一次？我想这个一整年的资料，我们到时候会跟财政部跟经济部合作来，所以你们是每一年等到每一年的资料出来了之后你们才做。是，好，这样的资料出来的话也给本席一份，是，好不好？是，好，谢谢部长。好，谢谢，谢谢委员。请费宏泰委员质询对不起，请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不在，请费宏泰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啊，各位委员，部长，各位女士先生，主席帮我请一下张部长。哎，委员好。哎，这个我看到这个财政部啊，资讯中心呢、啊，最近获颁第二届总统创新奖。是。平常讲，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哈，很不容易，因为。只有两个获这个优胜、啊、一个是你们资讯中心，还有个台积电。是、啊、这个可不可以请部长啊，这个描述一下你们为什么可以获奖？这个在我们报税的创新方面，包括试算税额的服务，然后包括电子发票，它包装整个财政员，
那认为在公务体系非常有创意，所以得到这个奖非常不容易。这个啊，是吹吹牛啊。自从我今年在财委会是第12年，是从我进入财委会以后啊，我就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哈、啊。回想一下啊，这个林权啊，这个准院长啊，在当财政部长，在你站的位置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你当局长嘛哈，是，我就苦口婆心的跟他讲，用这个所谓的就现在所谓的简易的税额试算啊，是，当然这是全世界首创，可是我在报税帮人报税21年的这种经验里面，我觉得哦。是可行的，是。那当然他没有拒绝，但是也没做。后来到李树德先生当部长的时候，我还是在推动。是。他一开始也是不太理我，后来我生气了啊，他开始理我，发现去做成功了。是，对不对哈？我想很多的我们委员的质询呢哈，尤其是有善意的、有经验的啊。提出来，我是觉得真的可以去试哈。应该你得奖才对呀、啊。啊，是你的矮。哎，委员发想 ，initiate 发想。我觉得我应该我去领奖。是是是，对不对？那个奖金应该委员要分享了。记得当时他们推推拉拉的不肯做。奖金总统上限奖200万。哇塞，哎，你们好意思，你们部里面就独吞吗？哎。啊是不知道中心拿到没有，對，但是啊，怎样讲，这把这个奖金啊发给大家，是，我觉得，要国税局那些都很努力。当然，我出了这个创意啊，我想包括我们主席啊，常年听我一直不很唠叨的一直在讲、啊、所以在几年前呢、啊，我记得石树梅主席长在有一个研讨会里面在讲。他不知道这是我推动的，他说这一个试算表一年光替政府可以节省的各种这个 package 可以省的大一年省10亿、啊、哦、嗯、听得真的是非常有感受哈、啊、是，我想这个是你看、啊、我为林权平安，我在教书的时候，他在教书，我们就认识，其实也是有交情，可是他就不肯接受我的意见，真的到了李树德部长愿意接受、嗯，发扬光大当然是在你的任内了哈。我觉得这些像电子发票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不断的推动。其实你在你的任内啊，我是觉得这都是功劳，是，绝对可以名扬千古的哈。我想这都是对政府的一些贡献啊。那当然，我现在请问，今年你们的试算表会寄出多少份？300多万份。300多，我的资料是358万份，是300万，占全部的，超过一半了。我们一年600万份而已，就申报户，大概是将近50%以上，60%，对，60%，对。我想这个平常讲是对国人呐、啊，我们现在我今年我们现在正在规划，还要到各地去报税。每次现在人家的抱怨是什么？那四成没拿到，说为什么我没有？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哦，后来他们都可以接受。我说这是中华民国，相对于别的国家，这是最进步、最亲切服务人民的一个具体的例证啊。是。那当然，从我们去年开始啊，我又推动另外一个哈、啊，健保卡。健保卡，我们知道自然人凭证当然很好，但是还是要花钱嘛，哈、啊。是。我们。全中华民国每个人手头上都有2张大家都有的卡，一个是身份证，一个是健保卡。是。那身份证因为还没有 IC 电子化，对不对？那当然，我的可以用 IT 的处理，那当然就是健保卡哈。是。在这个步骤啊，我也真的谢谢部长以及我们苏主任啊，大家共同来做努力。那当然，我现在要提的就是如何去做一个宣导了啊。是。因为还是目前是因为是第一次嘛哈，大家还是在摸索的阶段，就是说大家啊拿到你要先到健保局的网站去申请，第一个健保卡网路服务注册设定密码，对不对？是。或者你也可以到拿着健保卡跟身份证明的文件到健保局去办理注册，然后
申请到密码。是。第二步才到我们拜托五区的国税局长哈，五区国税局长平常讲，我常常替他们呢、啊、讲说，他们很辛苦的去替政府收钱，还被人家骂，最后这个钱呢、啊、是给别的部会花，他们一毛钱没拿到。平常讲五区国税局啊，让台湾有国力啊，他们是有贡献的哈。是。所以我们也再次的拜托五区的国税局啊，当有人拿到你到你们那边去啊，到报中所税系统的进行啊网路调查、啊、这个还要去办理注册嘛哈。这个麻烦是不是我们请这个请财政部啊跟五区国税局啊，针对今年可以用健保卡的业务，是不是请部长好好的努力宣大力宣导，好不好？我们副政委我想大力宣导，这都没有什么蓝绿立场的问题，没有没有，完全是厚植国力，是体贴人民、接近人民的一个方法，是、哦、是，真的平常讲这个，我也这也是我从当市议员到现在、哦、我在地方上服务，我的感受，我把它落实变成。政府的政策，我也借这个机会特别感谢委员的问政，让财政部这些绩效能够显现了，非常感谢。好，那个讲到这个，讲个题外话，我最近看报纸，当然了，包括我们准下一任的部长财政部徐一哲、啊、也来看过我哈，我还忘了给他提，我说你们的市长要找谁？就我昨天看到找一个他们台北市财政局长，其实我也认识他，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学校教书的人。我不能说他不好，可是如果是用他的标准，我是觉得在座的各位好多位都可以升市长、欸、这在座的各位，我们财政部的首长们，你们跟林权有仇吗？有仇的请举个手。你们对徐一哲不好吗？不好的请举个手。我觉得啊，其实要可以从内部升了、哦、我在当然我在喊话，我 喊给徐一哲听的、啊、好像还有一位市长没，他现在公布了两位嘛，是吧？因为是常次会比较慢，因为要等他就任才能够升。现在他公布了几位？两位政务次长。哪两位？一位就苏建荣先生，一位我们国产署庄署长。哦，庄署长是在这里。庄长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好，麻烦另外一位常次、啊。常次也很快，也会在做。对，只是还没宣布而已。你有内部消息、啊、我建议这个这位常次、啊，我跟我们未来的准部长这个喊话哈、啊，不要从别的部会调来。当一个单位啊，振奋人心的、啊。对公务员，他们的薪资是固定的，是，他们要的是一个荣耀，没有错，要的是工作被大家肯定，对不对啊？是，所以从内部生一个出来，这样子大家水就可以活了哈。是，千万不要从外面掉，外面掉好像就对大家的不认同啊。是，比方讲，这个在部长在你还要到财委会来，大概最多只有四个礼拜，这个礼拜不算。你最后一天那个时候应该是5月19号，还是礼拜四，还是属于我们委员会的这个阶段呢、啊？是，真的是谢谢你这些年的努力，麻烦呢、啊，还有很多的事情我还是可以推动的。是，哦、是感谢委员，非常谢谢委员的支持。那个谢谢还有两件事啊，要给提。今天我看报纸登了、啊，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林柏峰说，他在 complain 哈、啊，他在抱怨了、啊，他说今年开始要。您提的这个所得税有个起居到45%，今年开始收了嘛？哈，他说看到很多人呢、啊、开进口车，但是他不要缴税。当然他是有钱人，是吧？我们觉得有钱人多缴点税是合理的。但是平常讲，他提到这个说，那为什么还有他一定看到还有一些有钱人，他的朋友可能开一个1000万、2000万的车，可是他不要缴中所税。你觉得这个问题该怎么去回答？这个我没有统计过，就是年所得在200万以上，税率是零的，那个就是赠与的部分，就是扣除额它太多了，所以它就减掉这个税率是零。换句话，这种税基如何让它扩大呢？是，大概就是减免的部分哈，就扣除额要检讨。
就扩大税基。但是他也不会减免，一个人减免个一亿两个亿吧，会吗？我们是统计200万以上的税率是零的，当然一亿两亿的他减不了这么多。对对，这个我是请的我们赋税署啊。是是，我想林伯峰我不认识他哈，但是他是那么有钱的人，他都会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那可能当如果把这个事情让大家揭露披露出来，哇，像林伯峰，我相信他的年所得至少几千万上亿了。是，他都看到有可能有比他还有钱的人都不要缴税，哇，这个平常讲让我们知道的话，那真的是很难平衡哈。我想我们不管现在的赋税署长，是不是当赋税署长，我想日后的赋税署长在这一方面应该要多做努力，好不好？确实是，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我也有感而发哈，我在财委会17个会期。那因为我们费鸿泰委员他是会计专业出身，他又是大学教授，所以他对中华民国财政简政便民真的是贡献很大。一个是减税报税机制的一个发明哈，跟促进。因为我自己是建政，那时候很多的财政部刚开始都是不太能接受他的想法，结果他锲而不舍，终于促成，今年要发出350多万份。可以看出来对国家减政，对人民来讲便民真的是。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健保卡可以报税，也是他的创新。所以你们得到总统奖，财政部应该颁奖给他，真的是。因为财政部不是常常在表扬优良纳税人吗？像这样长期以来他有真正有的创新哈，简政便民，对国家人民有贡献，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了。第二个，我在这边有感而发，因为最近呢，在内阁在建立，那我们听到很多的消息，很多部会，原来有些的人选应该是在我们内部中央部很绩优的同仁要内升，或是应该是适合的，但是听说现在有的县市政府有首长逃难潮。结果为了解决他们的逃难潮，排挤了中央原来应该要阻隔的这样的一个人选。那这样不只是 不是妨碍同仁升迁机会，这还是小，最重要是对我们对于新政府的期待，对于我们整个内阁的一个组织建立那他本身应该有的作为其实是开倒车的。那所以呢，站在立法委员的职权，以我们财政委员会财政部来讲，有昨天有媒体有这样的报道，因为别人逃难潮，我们必须要释出我们市长的席次，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情形？立法院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了解，新政府也必须说明，如我们这个地方不应该因为阻隔的机会成为别的首长别的地方政府首长的逃难潮，那这个东西真的是并不适当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了解一下。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谢谢。
我们继续开会，请余婉如委员余婉如委员质询，谢谢。主席，各位先进好，请部长上台。哎，委员好。啊，部长好哈。就是最近这个财政部在推这个租税正义嘛，尤其是这个反避税条款哈，这些等等的行动哈，本席予以肯定啊。是，谢谢。因为租税正义是很多人内心的一个期待哈，所以本席今天会有，就是这个主轴会有三个问题想请教部长哈。是。那第一个问题是说，最近就是有爆发哈。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他这个用这个他的这个阻碍公益信托基金嘛，就是拥有大概65亿的资产，可是在过去3年来，实际拿出去做公益的钱大概只有80万元，那所以说在后面就衍生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说这些大公司的这些企业主，他们就是用这种投资公司来控股，然后用这个公益信托来避税。那这件事情其实社会观感非常的不好，本席认为说这也应该要列入说财政部一个调查的一个方向吼，所以我想问一下部长说，像这个部分财政部这边已经开始着手调查了吗？委员，这是媒体的报道啦、嗯、当然媒体报道也是我们收集资料的方向之一啦，是，但是还有没有涉及讨论，那是另外要了解。是，那到底做了没？开始调查了没？不是报道过了就是有，我了解一些新闻，就是这两个礼拜的啦。对，我有看到。对，我看到。我想就请国税局哈，新新闻就这两周的，赶快来收集一下资料。嗯，是，除了新新闻之外，本席也希望说部长这边是不是可以把现在目前有关这种财团法人这种基金啊，或者是说这种公益信托的一并能够做一个清查呢？委员报告哈，这个基金都隶属于各部会，是，所以他业务主管机关不是我们。对。那如果说他符合他的目的事业，那就没有逃漏税问题。对。那如果所以这个目的是有没有符合他的设立的目的，应该要内政部、教育部相关的部会来管啦。但是逃漏税是跟部长这边有关嘛，对不 对, 对？因为部长这样讲的话，我就有点非常担心了哈。因为你们在推的反避税条款，说实在话，跟你们好像也没关嘛，不是经济部的事嘛？那你干嘛动作呢？反避税，你这样一讲的话，很多事情就不用做了、啊。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跟你讲就是避税的事情嘛，我知道。对，所以国税局是不是应该开始着手调查呢？如果是不是可以请部长可能，我的意思说，如果设立基金目的在避税，就是我们的事。哎，如果他没有符合，已经有新闻在跟你讲了嘛，他没有符合他设立的目的，当然就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事。所以说，我讲的是这样。那部长，你内心的判断，他有避税还是没避税？当然要看有没有跟他设立的目的相符，不符。好了，部长现在没办法讲话的话，你就调查嘛，好不好？是，好。是不是可以一个月之内给我一个调查的资料？你说所有的基金啊？我现在先设定信托好了，公益信托的部分，好不好？公益信托。检查一下，看有谁设了公益信托，这几年好，我们先初步资料。好，我们就请赋税署啊，五个局辖内公益信托的部分，就对公益信托部分先了解，好不好？先了解一下，先了解一下嘛。是，我相信你们有权限的啦。有。所以本席也提醒你这部分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反避税条款哈，现在其实大家非常担心的主要原因是说哈，第一个国内外的法规到底能不能一致。第二个就是解释权的部分，就是说到底这个台湾的这种财税人员啊，他们在到时候实际上面的解释权是会偏向怎么解释，因为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可能会变成说是重复课税嘛。那重复课税结果就会变成，就是说国外的这个子公司，他们干脆变成母公司就算了，来逃税，或是甚至说干脆就撤出台湾，就不要有台湾的这公司，这是本席最担心的哈。因为我们要维持这个租税正义，希望能够课到该课的税，但是不希望因此就变成把这些企业都排开，就是让他们就是逃出台湾嘛哈。所以我想问一下部长，就是说这个议题真的很重要。当如果发生这种赋税在认列上面的争议的时候，财政部你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解释？跟委员报告，这个文条文哈，我们是仿照 OECD 的条文，所以跟国际大概是一致的。第二个哈，这是国际的趋势，现在20-30个国家在定了，所以你想说要说我们定了这个，他就逃到国外，国外也在定，中国大陆也定了。最好无所遁逃，以天地之间了。
是部长，你这么有信心，我也给你拍拍手是但是我们长期来看台湾都是这样，就说哈，定税制的是一个单位，然后课税的是一个单位，所以常常就会在变成说这个税负的认，就是认知上面，或者是说这个认列上面是会有一些争议的。这也是说作为中小企业最痛苦的一个地方嘛。所以我担心的是这个问题。所以我想问的是，财政部有什么机制来做调解？委员，这个有好几个机制。第一个当然法律的机制就是行政救济的机制，它可以提更正、提复。复查、提诉愿、提行政诉讼，这是行政救济的机制。第二个嘛，我们有宣导、有沟通，然后有中间的机构，像会计师、像记账室都可以沟通。所以这些啊，我想征纳双方现在应该是很和谐了。我们行政救济的案件一直在降低，是，可见我相信啦，各界都是支持这件事情的哈。但是我们是希望说，不要因此就为难中小企业嘛。不会，我们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台湾的命脉啊。是，而且尤其是很多新创的话来讲哈，这是更是为难，因为他们连这个法规都不清楚，好，很担心，真的很担心哈。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有关这个哈这个跨境课税的部分，尤其是电商这边的发展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电商蓬勃发展，好，很多这种国外的电商哈，就是在台湾我们是课不到税的，所以很多本土的电商一直跟我反映哈，就说我们在台湾哈做电商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机制啦，因为他们在台湾哈要缴这个这个营所税啦，然后这些等等的各种税哈，可是国外的这些电商来台湾经营，好，我们都课不到税。好，所以我想问，先问说，财政部这边能不能够掌握这些电商的金流跟物流？国外的电商如果在台湾设立了营业机构，那就跟台湾的盈利事业一模一样了，就处在公平的地位。如果他在国外的话，如果是有物流，那物流就照我们的营业税法这些来课，没有问题。现在就是劳务的部分了，劳务的部分比较难掌握。那目前是各国正在，这个也是很新兴的课题。对，是。其实科长，那部长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物流哈，就是如果它是在境外嘛，你物流你就可以追嘛。那我们现在怎么追？我们有没有漏洞？有，我们有追，不是说有，但有漏洞，漏洞也有，漏洞也有。是。就是我们就是3000块钱以下的货物，我们就不课税。3000块钱门槛就是漏洞，很多人就。化整为零，譬如说买30000块就分10次，每一次3000块以下，这些就是漏洞。是，可是这个真的是对于台湾的电商吼，真的是杯水车薪啦吼。是。那因为除了说这个3000块这种门槛之外，是，我在问的说到底能不能掌握那个物流嘛？可以，可以。因为那个单据，你们能不能够去知道说，对方是谁，谁出货的，然后这个货品有没有什么货物商结，哦，那这个进来有没有对台湾国人有危害，这些东西你们可以掌控吗？关税总局可以掌控吗？在我们海关都所有的物流、快递、邮包，他们都要经过他们，然后相关的快递公司那些都要报，所以跟我报告这是两难啦，就是检查的越严格，就越影响经济发展啦。就安全跟便捷之间的取舍 trade off。嗯，那但是就说还是以这个我要平衡公平为主，我们不要说扭曲市场了。是。那另外就说，除了这个刚刚这个部长提到的营业税之外，我们还有什么作为？当然还有什么税可以就是去处理的？一个是关税，一个营业税，一个是盈利事业所得税。如果在国内有设盈利机构，那个盈利事业所得税是要缴的。我刚刚在前面委员咨询，我也谈到了，像 Facebook、像 Google、App Store、Uber 这些都有设，都有课到盈利事业所得税。是。那除了说这个税负之外，哈，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作为是可能这个部长觉得是可行的方向，也希望能够提出来，当然，财政部可以思考。财政部的职责就是对网络交易哈，要跟国内的实体交易一样，要课到税，处于公平的境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职责了。所以那如果其他没有，对，如果制度不健全，我们就要来给它健全化，或者法治啊给它健全。那当然，这也在国际上也是很新兴的，我们要参考国际上发展的一个趋势。来收集资料，来研究健全我国的税制。是，好，那我咨询到这边，那谢谢部长，谢谢，也希望说部长记得一个月内这个好就是有关公益信托的资料，我想同仁有记起来。好，谢谢，谢谢。谢谢
请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请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质询。主席，张部长还有与会各部会首长同仁哈，是不是请那个经济部的代表、交通部的代表？经济部主任秘书。交通部的话，陆政司张检任机政，谢谢。那我请教哈，我想汽车产业背后有庞大的这些零件。供应链体系与从业人员，若能够有效活络车市，将对我国这个景气的复苏啊，当然有相对的一个帮助。那工研院这个产经中心曾表示，由于能源这个价格持续的维持低档，加上政府汰旧换新这些政策的刺激效果，预估今年国内这个整个汽车产业呈现呐、这个审慎乐观啊，那产值渴望突破这个6000亿呀、这个台币。那个经济部我请教哈，货物税减税政策效果对于台湾今年的整个车市，你认为景气的看法是如何？是这边报告委员，那根据我们对这个车辆工会所统计的资料哦，直接的资料，那截至三月底为止啊。截至三月底为止，我们的汽车目前的一个收件到的报废的车辆，大概已经达到了2.9万件。那九万件是？二点九万件。那在这个机车的部分，机车的部分也达到了3.7万件。哦，已经有收到件数3.7万，这比我们预估本来预估每年的这样的一个报废的车辆，在过去我们预估这案子是一年是5万件，所以。这个数字来看的话，目前是暴增将近一倍，是吧？以这三个月来看，我们看它的效果是有的。所以有着住，就是说确实有产生它的一个效果出来。对，这三个月的资料来看，确实是汰旧换新的部分是有它的效果。这样哈、是。那我再请教哈、部分汽车产业人士认为说，随着货物税效应发威，带动整个国内车市需求的增温，那这股买气有机会延续到年底吗？包括这部分，就我们看观察三个月，大概就有这样的一个绩效出来。那未来后续，我们当然持续观察，我们当然是以乐观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个是有机会能够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哈、我们整个政府在货物税补贴这个老车啦、汰旧换新，到三月这个车的挂牌到底一共有多少？到三月底啊，有没有做过统计？挂牌数刚刚财政部有做说明，我刚刚跟委员报告了，我们这边是直接从这个车辆工会这边实际上去申请的件数，还不是。其实哈、到三月底哈、有差不多3万，差不多将近8000台哦，那月增74.3%，年增差不多10.9%啊，这是相当可观呐、所以说我认为说，当然交通部你们有什么看法？跟委员报告，根据我们手头上的一个统计，今年一到三月的汽车报废数跟机车的报废数都有增加，跟去年同期来比较，今年一到三月较104年大概增加的汽车报废数有3万辆左右，那机车有14000多辆，所以显见这个措施大概对于鼓励国人就。汰旧换新这样有一个鼓励措施，有确实有达到它的效果。对，有一个效果呈现。好，那你请回，我再请那个张部长，张部长你也上来好不好？因为本席一直认为说货物税哈减税政策，从目前呐、的数据来看，对整个景气刺激产生了一些效果，但是部分财经专家一直认为说，台湾车业和日本联动度高，汇率的变动啊，尤其是日元的。升跟贬，哦，将影响到2016年台湾整个车市景气的发展。那日元对美元汇率若升回100日元的水准，将抵消这个
旧换新的政策的支撑力，可能让今年台湾车市啊陷入衰退的危机。那对于汇率波动，是会影响整个货物税，这个减税刺激景气政策的效果。那这个财政部有什么看法？是委员这样的讲法应该是正确的，就是说汇率的影响应该会抵消掉这个，但是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假设没有这个措施，汇率也照样在升啊，它价格上涨了，衰退更厉害，所以它有这个措施，衰退的可能会更又小一点。所以我是认为有这个说是有正面的了，有正面的。是那个经济部有什么看法？经济部，对，就像这个刚刚我们部长所讲的，这个本来汇率是一个国际联动影响的，所以在有这个措施之后，当然会刺激我们国内有这样的一个汰旧换新的这样的一个买气，这是为了刺激的效果。好，那这样我了解。那个我请那个经济部回去哈，我再请内政部今天的代表上来，那跟那个张部长哈，我讲哈。我就不耽搁时间哈，那个内政部代表上来哈，因为过去啊，曾有16岁的少年，这个日前呐、啊，带着身心障碍父母哦姐妹哦，然后到丰原户政所去洽公，全家仅有他是正常人，那户籍员要帮他户归会啊，他为了维护家人尊严而拒绝啊，那这位少年曾询问说，家人均有残障手册。可否减免归会？那户政人员说归会没有减免，但是他愿意帮他户。那本席一直认为说，政府收取归会不能够欺负这些社会上有困难的民众、哦、只要这个缴会义务人是身心障碍者、特殊境遇 的家庭、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依法接受急难救助还有灾害救助，这些主管机关得免税、减征或停征、应征的这个归会。那请问内政部，你有什么看法？这是属于这个归会法12条，那业务主管机关他有权去衡量这个是不是免征、减征或者是停征的这个事项。那个部长才那个张部长有什么看法？刚刚委员讲的那个，因为乡镇公所也是归费法的主管机关，他有权减征免征呐、啊。那你认为说，对，站在财政部立场，可能有的乡镇公所这些办事人员呐、啊，对这个可能也不甚说非常清楚了解。是。那你认为应不应该让这些直接面对人民的这些第一线的啊这些乡镇公所？哦，这个甚至于区啊，让他们了解说这是可以哦，这个特殊状况应该要给他们减征免征。可能这个各层的啊，主管机关那些要赞不赞成嘛？那个我赞成哈、哦，就说他们对归费法的了解要更深入一点。那内政部你赞不赞成？依照这些法规可以做的话，我们加强宣导。我认为应该宣导哦，那。包括可以减征免征，因为他那个弱势，他认为他是顾到他自己的尊严，不然的话，他家只有他一个人是正常人呐、啊。这种状况，我认为说应该给他免征。哦，那个内政部代表你回去，我在最后一个议题，我再问财政部部长。那个去年财政部发函给文化部，以这个归会法中没有这个优惠依据为由，要求检讨取消各博物馆的学生票的这个优惠，那在立委与各界关注下，文化部修订《博物馆法》实行细则，明定公立博物馆基于教育推广原则，应提供学生优惠票，那博物馆学生票，至此有法源依据。请问财政部对文化部的做法，是否能够完全，这个解决归会法中学生票的争议问题？这个就是正办啦，就是在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作用法里面来规定，这个就是真正的减征免征的原意，所以我们是完全赞成支持的。其实哈、哦，对这个你看，以前学生有学生票哈、哦啊，那学生要去这些很多这些博物馆啊、文化场所哦去参展的，几乎啊都有一些优惠嘛。是。那我认为说政府不要说啊，因为这个财政怎么样，然后这些优惠就
一样一样把它什么取消了等等，这个其实很多人民还是都在看。那部长你有什么想法？对，对学生减免我们是支持的，只是说要定在哪里。那你 认为应该是定在教育部相关的或者文化部相关的作用法里面，像文化创意发展法，像刚刚博物馆法，定在里面是正确的。那你认为这个是横向的部分应该 要怎么去把它落实？因为其实这个存在已经很久了。是，我认为说你要等于是有一个统一规范，你包括学生票，甚至于很多65岁以上的长者都有很多的优惠等等哦，这也是我们对这些弱势啦、这年长的啦等等哦，这个社会福利的一环，本来就要照顾他们。所以委员刚刚提到65岁以上的，就在老人福利法里面定的。那身心障碍的，就是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里面定的。所以在作用法里面定是才是正办的。这样哦，对，我是认为这个有机会哦，这个部长你应该在不管做到哪时候，就是520以前该做的，还该要求的，我认为还是要把它落实。好，好不好？谢谢。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请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请罗明才委员质询。主席各员、出列席官员，大家好。主席可否请张部长？张部长你好。首先啊，这个我们今天当然谈的是货物税条例啊，以及规费相关的。那我先请教一下比较大家关心的哈，亚投行的部分呢、啊，现在两边呢，它的争节点在哪里？那亚投行如果说这个一直坚持啊、哦，必须一定要用什么样的名称？没有弹性的话，那进入亚投行的机会是不是就丧失了？哦、那520即将来到啊，不晓得张部长啊，对于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哈、啊，因为加入亚投行啊，我们可以创造很大的这个企业界的商机，可以参与哦，这个“一带一路”大概是20几兆哦，是美元好像的这个开发机会，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因应哈？这个对中小企业也好，做这些企业公司来讲，可以说是影响自身且远。我们发现，如果当邻近的国家整个搭上了这个好成长的列车，我们错过了这班车，还在那边独自憔悴，那会有什么影响？可不可以请张部长啊，这个临别前的这个箴言哈，把它说出来，至少留下记录，好不好？谢谢委员。亚投行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金融机构啊，投资机构，所以能够加入的话是正确的。而且刚刚委员讲的，可以争取国际“一带一路”的商机，那个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的机会，所以应该要积极争取加入。那加入当然就牵涉到我们国家目前比较特殊，就是在国际上的名称问题，就牵涉到国家的尊严。所以一定要在有尊严的情况下加入。所以目前啊，在亚投行里面要加入新会的有第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跟第三款。那第三款它是讲没有主权的地区。那如果说用这个，我们大概就不能接受，因为我们是有主权的国家嘛。所以完全争节点就在这里，就是要用什么样的名称开。如果说用亚银的会员。那亚银会员的名称啊，现在 Taipei Come China， 这个我们也不能接受，因为我们一直在抗议嘛。那我们所以我们要用中华民国加入吗？底线就是 Chinese Taipei， 用 Chinese Taipei 加入。对，我们加入奥运的模式、啊。可是据我所知，现在两边的窗口啊，好像断线的，之前都有所谓的热线啊，现在是不是这个热线已经都断掉了？连接的管道也都拒绝了、啊。应该不会断掉了。那亚投行的部分，它4月份还不会讨论新成员，大概以后才会讨论。所以未来大概这个已经牵涉到两岸的关系了。那520要交接的时候，过去联络的这些管道资讯呢、啊，
会不会顺利交接？都要移交，都深度移交。到移交，那这个部分对口是跟亚投行的谁？就亚投行的行长金立权先生，我个人写信给他写过两次。你写信他认识啊？以后新的徐哲他不认识啊？当然也不是私人认识而已啦，他看到是新的人，他就写信。他一直坚持啊，对，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部分、哦、是底线、啊、是如果到时候这个底线没有了、哦、甚至就是又抛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名称、啊、我听他们讲是整个都是这个窗口就关掉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这个我是不了解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要谨慎处理的部分。好，谢谢你的这个谢谢、哦、良心的这个建议、啊、我们希望说放下不要太多政治的干扰了，是，反正现在赶快来哈、哦，修身养性呐、啊，希望说台湾的经济啊，真的要多多来加强，多多来关心，是，让它好一点哈、哦。谢谢，谢谢。那另外要请教一个，就是国内啊，对于残障人士也好，老人也好，儿童也好，照顾应该要增加啦，好、哦，所以过去啊。我们一直讲说啊，这个老人可能半价啦、规费啦，或者是票价啦，好、哦、观光区啊、大众运输的这些工具也好啦、哦、我们是可以免征、减征或是停征啊、哦、是不是这个部分啊？我们应该啊，因为人口老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那事实上很多人哦，年纪大了他也没有谋生，没有赚钱，没有体力啊、哦，那残障人士也是一样。儿童、学生也是一样，所以本席主张啊，对这些规费啊，应该啊，像我们去参观一些什么文教，应该全部都取消掉。取消掉，我看呢、啊，大概是一年呢、啊，哈，占这个税收是几个 percent？ 不是，它不是几个 percent 的问题，是大概将近1000亿了，980多亿规费啊，一年。那中央将近600亿，地方300多亿。600亿，可是地方做的是地方，对，地方拿，我就说全国就将近。那中央600亿，中央的部分可不可以全部都把它这个免征掉？因为事实上的话，我看这个内容哦，就是站在一个社会成长的发展来看的话，是应该要多多来关照这些人。那于是我们可能就想说，那600亿的税损怎么办？是吧？因为想的部长想的是这个问题嘛。那坦白讲，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市场的结构扩大，把饼做大。我们过去的证交税一年啊，大概可以到最多的时候，应该有到快1000亿的也都有，1000多亿啊，1200亿都有，1200亿都有，1200亿哈。那现在结果现在剩多少？现在700-800亿，700-800亿。所以我们应该是头脑转个弯啊，多多来心力啊，以这个心力的结果啊，那这个600多亿可以照顾很多很多的身心障碍者啊、哦、啊，可以照顾很多的学生、老年人，因为这个社会啊，有时候重要是要充满温暖、充满爱心啊。你想想看，大家如果很多的时间去参观这个艺文的场所，心灵洗涤了以后，心中有爱，社会就不会有这些什么小灯泡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悲剧啊，哦，让大家惊慌害怕，结果用高压的一个方式，就是不断的增加警务人员、警察设备的支出，摄影机不断的增加，其实这就好比北风跟温煦的太阳一样，我们如果把这些大家觉得这个不需要的规费全部都免征了以后，你看看社会多有道德，多有温馨、哦、常常去文化的这个艺文场所，因为这个费用减少了嘛，鼓励大家多多来接触这样的环境，建造一个温、哦、馨、哦、社会好礼，好，大家互相关怀的社会，其他那个设备都一些这个一些警务的这个费用就可以减少很多很多了。好，我们看到每次发现社会一些重要的事件了以后，捷运公司要增加很多的巡逻人员，增加很多的电子监测设备等等，
那个整个加起来的个社会成本支出啊，事实上远高的多的多了。所以本席希望啊，部长能考量啊。当然你会说啊，这个是社府 的一块。对。如果再推给社府啊，哦，旷日费时啊，你再谈啊，冗长的讨论，可能在五年、十年都没有办法来推动。那这些人啊，这个已经啊嗷嗷待哺很久了。所以只要我们做事情，心里想的就是觉得对的事情，就从我们开始做起啊。所以我希望说啊，比较好的大方向，希望就是全部希望能免征，不晓得部长的看法怎么样？因为跟委员报告哈，规费啊不只是中央在收了，那院辖市、县市跟乡镇都在收，他们都是主管机关，所以就等于是说会变成，我前面有讲过，会变成中央立法，地方买单了。会有这个问题，他们地方有收300多亿啊。那地方买单，我们政府大家的观念都是一个嘛，一个台湾嘛，一个中华民国，生活在这个周遭的国度里面，大家都是一样啊，都是会有互相的关怀，有互相的连带的关系嘛。你比如说，像故宫啊，是我们的文化资产，非常重要的保障，很多人都很久没有去故宫了。部长，你有没有去过故宫？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我常常去。你常去哦？对。那我很羡慕你啊。对。现场很多人可能很久没有去了。嗯。哦，学生也是一样。如果票价可以免征，多多来认识我们固有传统的文化，那了解我们中华民国的资产，对国家更有进一层的认识。事实上，这个效果哦，比你花再多的钱呢、啊，都还有意义啊！是，好、哦，所以是不是哦？对啊，我认同委员的看法。好，那我们就是朝着啊、哦、这个停征的啊、哦，或者是减征的方向来走。我前面有讲过了，就是说应该在规费法定还是在作用法定啦，就是这个问题了。对学生减免，我们是认同的。学生啊，哈，还老人也要，因为老人现在越来越多。现在老人福利法已经减免的非常多了啦，他在老人福利法也定，身心障碍者权益法有定，社会救助法也有定。对，啊、其实啊，应该要再多多来增加照顾老人，还有学生，还有这些残障的这些朋友了。我也许我们觉得有些声音觉得照顾已经很多了，就本席来看啊。照顾是永远不够的。你如果跟挪威、跟澳洲、跟一些先进国家比起来啊，哎呀，我们是差得多得多啊。很多学校、啊、很多国家、啊，从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啊，甚至硕士、博士念书啊，通通不用钱呢。那大家觉得，花那么多钱，花钱，因为他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嘛，我们花在他身上，只要1000个里面呢、啊，哈，出一个，哈、哦，比如说。这个像张忠谋这样，我们就值回票价了。出一个郭台铭这样，100多万的员工，我们就值得，这是值得的、啊，就看怎么样来想啊啊！希望部长能多参考，谢谢。谢谢。请江永昌委员质询。谢谢主席。先请这个国产署我们庄署长，谢谢。委员好，署长即将高升次长了哈。谢谢。但是过去本席一直关心，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我们的国有土地到底有没有做好我们的管理哈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我就一直讲。你们的手边必须要先把所有的资料先建置，好、哦、啊，随时呢都能够做最好的一个，好、哦，不管是了解状况，或者说把它做好啊管理，或者说把它做好任何一个督导。那我想，云林呐、啊，古坑乡蛇黄洞有200多棵我们出租的一个林地，上面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福州山以及这个油桐树遭到砍伐。那边是将近成千上万只萤火虫的一个栖息地，现在处理的状况怎么样？请署长。是，
跟委员报告，这个案子的是我们原来有出租给民众，然后我们发现的这个承租人以及另外一位蔡姓的民众呢，把地上的林木砍伐，这个基本上第一个违反租约的规定，也违反相关林木的一个规定，所以我们在发现以后呢，第一个现场已经把它封锁起来，第二个就是把行为已经查获行为人移送地检署做告诉，就刑事的侦办，在民事的部分，我们也请求损害赔偿，跟要求他要回复原状。您现在做的就是法律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好，你现在做的是停止租约，然后引用水保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好啊，并且你会跟他要求以诉讼的方式要损害赔偿。那本席要先问你一件事情，这个遭到滥伐哈，是谁发现的？第一个是有一个学校的校长，是校长发现的，临近附近国小的校长发现，不是我们云林办事处的专员发现，是不是我们发现的？所以我们在管理监督上，就是表示说我们有漏洞嘛，哈。那在这个很久以前就有人推出说，我们国有地的一个保护也可以建立，好对生态环境关心的志工团体。他们不是去经营那里，他们更不是去承租那里，但是他们可以帮我们做一个认养，随时做好这个回报，当地有什么一个状况 的一个通报，我觉得非常重要。我是觉得以前没有做好，现在因为你可能会讲人力物力的哈，过去我们就讲了，在都会区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闲置土地，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没有足够的一个力量去配合地方政府把它做绿美化。但是我们在非都会的一个地方，我们应该善尽保护之责，保护国家的这些珍贵林地上面的这些珍贵林树，这上面野生动物跟我们重要的这些昆虫的一个栖息地，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保护它。所以本席之前就曾经对我们国产署提出建言了，你要不要再做说明一下？那或是说未来当次长的时候，你能够在这方面更加发挥？谢谢。我想这是从两个部分，在管理的部分哈，我们大概第一个就是运用科技的部分，比如说像内政部的一个卫星通报、卫星的一个监测系统，还有矿务局的一个通报系统，我们希望通过科技的部分能够比对出土地有一个异动的状况。那在人力的部分呢，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个巡管的机制，当然这个人力上事实上我们本身的现有的人力是不足的。那如果基本上我们也考虑过，如果有像志工团队或当地的里长、村里长有这个意愿帮我们做巡管的话，这个部分机制我们也是可以建立的。好，你刚刚讲人力，我也提到人力，所以以后你可能会朝向扩充人力，或者说如本席所建议的，志工检举回报，随时掌握状况。但是刚刚署长你讲科技卫星定位去探索这一块，被滥伐的林地，他跟我们承租多少，然后他又超用多少面积？他跟我们承租的面积大概是，以及他超用的面积7000多平方公尺，那大概有超出了4000多平方公尺。你讲科技卫星，我就讲了，如果已经建立起来的话，这块林地这么大，那怎么会我们用我们的科技的一个管理一个系统没有办法掌握状况？你看哦，这原本是这样子一个珍贵的一个林地，就长得这样子的一个美，这样子急需要受我们好好的去保护，对不对？萤火虫的栖息地。那我们从我们任何相关的一个科技上，或是任何的一个作业上，当这个树被这样一砍，那你刚讲了，那所以你前面所说的那些，到目前并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卫星的这个扫描这个图表上去做出能够有任何的一个状况的一个了解啊。你看砍得这么严重，甚至那个怪手啊、挖土机通通都上去了，整片林地现在光秃秃，那你所说的这个科学的方法是什么？那个就是没有看到效果啊。有内政部的卫星定位系统，它那个是去照卫星照一遍航照以后，然后它去做比对，发现有异动时，就是像叫前一次跟这一次比对以后，发现异动时会通报。那个时间要多久？对，会通报我们。那个时间要多久？那个、它这个不到10天哦，就砍光光了。这个校长发现的，不是我们云林是办事处的专员发现的，更不是刚刚署长讲的，我们透过科技卫星可以知道的。那而且你刚刚讲的，我们要得到那个图表的一个资料，说不定还要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对，这时间差你怎么克服？它的部分我们已经请内政部能够把送给我们的时间尽量能够密集一点，本来是半年，这个部分我们要求有没有办法很具体在这边就讲出一个时间表？我们希望他每个月都能够提送这个比对资料给我们。每个月还是来不及，他10天就砍完了。
那可是他的内部他也要作业的，所以你刚刚回答本席的那个答案是目前其实你做不到的，因为你有用科技卫星回答，我就问你那个时间差用运用他十天就砍完了、啊、你说一个月我们才可以得到说新的林地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不接受这样答案，我希望再好好仔细想想怎么样能够更经济啊。本席在询教这个哈、哦，他这个是原森林吧，这一块地，这一块地原来是原森林，是台湾省政府移交给我们，精神以后移交给我们的。那个李姓农民是，他来承租是要种竹笋，对吧？他要种，我不知道所长有没有了解到这么细了哈？应该你要掌握到这个种竹子，不是？那如果种竹笋的话，跟原本原森林其实是不相符的，他需不需要申请经过你们的同意？他要租当然要经过同意了。你们同意他种竹笋吗？我想了解这件事。不是种竹笋，是种竹子。那竹笋只是它的附带的林产物，它是种竹子。所以他有把原本的这个哈、哦、福州杉跟油桐树要改种为这个竹子，是你们有申请同意的。我们没有同意他把地上的树，所以包括这一点都不对。我们只让他种竹子，没有让他把原森林上的树木给砍掉，不让他砍。他种竹子也会妨碍到原森林的这些树木的种类的一个生长啊。哦，他是在中间种了，树跟树的中间种。但是这个事情更严重是，他不但没有去种竹子，因为刚刚我不太清楚到底你们有没有很确实的去同意他哈，能不能砍树种竹子的哈。但是他另外更糟糕的是，他转信给一个蔡姓业者。那蔡姓业者他是要种这个苦茶树，那是更不可以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啦，今天问到这里，那国产署其实你的人力物力是没有办法掌控那么多，可是这样不行啦，因为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哈，在我们的条文里面叫做中央重要栖息地，这个不晓得署长了不了解。在有关环境保护的相关法规里面，它会划所谓的中央栖息地等等，那个就是相关的有关保护的法规来做一些管制。那你如何来推动我们你所掌握的我们的国有土地，其实我们很多应该要变更为中央的重要的栖息地、那我们以前应该有做过普查做过调查吧，多久以前？這個、对这一方面这个资料是不是要划为重要的栖息地或有关的保育地的话，是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他们去划定，那划定以后法规里面需要国有土地如何配合，那我们当然依照相关的法规来做配合。是，所以我也希望说你能够跟各部会一起合作来做这个事情、那当然是。那以前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资料？这个部分不是用调查，是各机关他会公布这个重要的保育区，或像类似现在在推所谓的湿地法的时候，他这个划为重要湿地。那本席这样问，我们就配合他们做相关的政策。现在这一块被滥伐200多棵重要这个树木的这一块地，以及已经伤害到萤火虫的一个栖息的这一块地，照理来说，那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它也应该要列入中央重要栖息地啊。但是目前就我们的资讯，你的意思是说？你的意思说是因为其他部会其他这个主管的没有汇报你这样的一个资料，所以你没有办法这样做。那你能不能主动去邀集其他部会的相关的业务来做这样一个事？本席是说哈、哦，我不知道多久以前曾经做过相关的这个业务整合，或是说做过相关的一个业务调查，或是说针对我们全台湾的这些国有土地重要的这些林地，重要的这些保育地，重要的这些昆虫野生动物的一个栖息地，有没有做过一个最完整一个调查？想这样子，跟委员报告，各部会的主管法规各有它的一个目的，各施所职，但是国产署不可能去管各部会你说要保护的。我认为你不应该只是管财产，因为你的国有土地它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使用，你应该跟各部会来商量嘛。就好像都会里面本席之前也讲过啊，如果能够 可建筑用地有没有，但是现在并没有建筑的一个价值，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绿地啊。那我是认为说，将来你升任次长，你什么时候能够再做一次完整一个调查，然后把各部会相关的都找来，对于保护我们珍贵的国有林地再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把这个业务做好。这请回答我一下。这个部分对委员的建议我们也许可以做一个研议。是，我希望你可以提出具体的一个办法，好、哦、啊，可以提出真的是有效的一个作为啦，要不然这样每次答询的话，其实很空啊。但是我觉得对台湾有没有、我们的生态、我们的保育，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应尽的一个责任。虽然你的主要的职责
是我们国有土地当作财产一样，可是每一块我们的国有土地它一定有它最好的一个该怎么样去保护它，或者该怎么样去使用它一个最高一个价值，不但是符合 公平也是符合公益啦。我希望这一点署长升任次长可以继续去努力这一块。好，谢谢。报告各委员，我们询答就已经完毕了哈。我们现在做如下的决定：第一，报告及询答完毕；第二，陈赖素梅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财政部以书面答复；第三，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财政部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第四，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也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我们现在进行法案逐条审查，请议事人员分别宣读《货物税条例》第十二条之五条文修正草案，以及《规费法》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条文内容。《货物税条例》第十二条之五条文修正草案第十二条之五与本条文生效日期五年内报废或出口登记满一年之出厂六年以上小客车、小货车、小客货两用车于报废或出口前后六个月内购买上开车辆新车且完成新领牌照登记者，该等新车应征之货物税每辆定额减征新台币五万元，与本条文生效日期五年内报废或出口登记满一年之出厂四年以上气缸排气量150立方公分以下机车，于报废或出口前后六个月内购买新机车且完成新领牌照登记者，该新机车应征之货物税每辆定额减征新台币4000元。配偶或二亲等以内亲属购买新小客车、小货车、小客货两用车或机车且完成新领牌照登记者，适用前两项规定。本条减征货物税案件之申请期限、申请程序、应减负证明文件及其他相关事项，由财政部会同经济部定之。第三项之规定，溯自中华民国105年1月6日生效。现在宣读《规费法》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十二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业务主管机关得免征、减征或停征应征收之规费：一、各机关学校办理业务或教育宣导；二、各机关学校间协助事项；三、重大灾害地区灾民因灾害所增加之规费；四、因处理紧急急难救助所负担之规费；五、办理或持有老人、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学生之身份证明文件；六、基于国际间条约、协定或互惠原则；七、其他法律规定得免征、减征或停征者。宣读完毕。好，报告各委员，我先做如下的这个报告一下哈。我们今天中午不休息，那会议继续进行到全部议程结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中午就不休息了哈。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协商，谢谢，我们请大家移驾，谢谢。我们支持了，就生效日改为1月8号。OK， 就这样。对不起，对不起，报委员，对不起啊，因为我们那个法务部在法制作业上有一点点建议哈，就是最后一项就是他是建议啊，把它放在第三项啊。最后一项他说从这个中华民国105年1月6日起啊，我们是不是把它放到第三项？我来报告一下好吧，就是自中华民国105年1月8日起，然后就再接委员的文字，就最后一项就不要了。OK， 就是你们法制人员叫。是，法务部。因为没有休末的，应该要休末，但没有休末的就把文字放进去。哦，他们修的是。
拉到这个地方，拉到这个地方。是中华民国108的七配合配合。对对对，他把修到这边，然后第二个他把六日改成八日了。六日改。他这个六项不要了。对，他对对，这个项不要，不要，对对对对，好 ，OK， 好。那。这样子我们各位委员没了解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把他的那个日期按照原条文的日期，哎，没有。放在头啊。啊啊。OK， 好好。对对，放在配偶或二等亲之前哈，然后后面这个就拿掉。那其他财政部没有意见，那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可以。六号公布，八号生效。那所以我们是用六号，他们是用八号，那没有关系，这点小的。当然有一些少数的民众会因为这几天会有差到，搞不好又要申请，可能会有几十辆车啊，几百辆搞不好。但是，因为这个我是可以接受了，配合财政部的生效日，这样子。好，那这样子，各位委员还没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修正通过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规费法的协商哈，第十二条。那请财政部表示意见，谢谢。我想学生加进来，我们也支持也认同了。那我们刚刚也研究了哈，本来我一直认为在作用法里面定，像文化创意发展法，或者像老人就在老人福利法、社会救助法，没有在这里定。那现在是十二条。的头也是讲说业务主管机关得免征、减征或停征，所以还是业务主管机关的权限，也不是说定在这里就叫免了。没错，没错。对，对，所以我们也是县市决定了，所以但那第五款啊，这个办理或持有是不要就不用定了，就是老人、身心障碍者、低收入加一个学生。然后还是要业务主管机关去定嘛，好不好？就加一个。办理或持有，怪人，这边就拿掉。容易有那个文字上的怪人。对。喂，部长啊、哦，你讲的刚好是我想的相反。每次都说台湾一国多制，各县市就不一样。你授权他们嘛，业务主管机关，你在你自己的这个修法的条文当中，你自己写的是中央怎么样请客，地方买单。对吧？你是这样写，那地方买不买单，地方自己决定。这没有啦，他们写错了啦，因为他是德不是因啦。如果你因的话，才中央请客，地方买单。啊、好，他们自己的。如果你用德的话，就会变成说，那各业务主管机关就不一定了。它只是一个模板。不是，到时候大家又啊，你去台北市跟新北市不一样。说各县市会竞争。当然了、啊。你意思是这样啊？竞争不多啊，这个不多，那就没社会福利啊，一定是竞争的。他会竞争、啊、如果你觉得因，那我觉得你，如果你觉得因，我觉得你扛起责任。如果你觉得得，那如果有些这个因的话，连这里通通有。我知道，不要。他的意思是要他不哦，但是没办法，他没办法扛啊。我没办法扛。那你哪有钱来补助各县市啊？有从地方来到中央的人，就会跟我讲一样的问题了，对不？各项的福利或是各项的减免。啊，是安怎？因迄个管期，高温期的管期。那是另外大题，对。各位委员，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是提案修法的委员哈，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真正最大的作用是要改掉现在不合法的状态，因为那其实会有今天的修正，是因为去年财政部自己发了一个公文给文化部跟教育部，那当时新闻也闹得很大。那这个因为这个财政部的官这些同仁可能太认真执法了，他忽然看到这个规费法，哎，在规费法里面并没有学生可以减免的规定啊，只有老人啊、身心障碍，为什么你们教育部或者文化部或者政府中央或地方的一些机关，你们为什么可以去减免？所以变成一个没有母法授权法源的状态。那所以财政部的同仁他是基于他的职责才去发文，因为法律上并没有给学生减免，那所以才暴露这个问题了。那所以当时我在去年就已经定了，在委员会也通过了，但是因为去年在赶那个因为去年因为碰到选举，立法院提早结束，
所以法案来不及二三读，那所以届期不连续，那所以这届一进来以后我又重新再提出那其实消极作用只是要解决现在法源不足的问题，不会让政府自己去问政府说为什么你给他减免影响我的收入，这是第一个解决法源不足。第二个我要跟大家报告，实际上政府也没有规费减少的问题，因为你现在去看不管从中央到地方大家都给学生减免，都给学生减免，所以也不会因为这个法的通过以后导致这个政府的规费收入减少，没有，事实上本来就是，只是他现在是处在违法的状态啊，减免是违法。第三个跟大家报告，我们也没有侵害其他部会其他机关或地方政府的职权，没有，因为原来的条文跟我修订条文都是德嘛，所以你县市政府乡镇机关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规费收入需要你来定要不要减免，要减或要免或不减不免都可以，因为就是维持现行的条文，那其实是德啊，是德。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也维持原来条文，就是说它是由各业务主管机关自己去订定嘛，我们只是给它一个法源而已，所以其实这个条文是最少的变动，没有收入的减少，也没有侵权的问题，也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影响到各部会之间关，也没有，只是单纯把原来法律不足的地方我们把它补足而已，补足而已哈。那至于刚才江永昌委员所提的将来所有的这个减免的法规啦，或者是福利啦，增加的福利是不是各县市各中央地方要去统一，这个就另外一个大议题了那我建议那个将来整个我们在处理社会福利或其他在讨论，那我们今天就单独的把这样一个法源补足，让各个机关他如果对学生他的各种的优待他要出去做减免的时候有法律依据，有法律依据，那敬请大家支持，谢谢。主席各位委员我想在这个部分的话，刚刚讲的如果用学生的话会有的疑虑，刚刚无论就是说部里面还有就是说委员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个部分，就是学生是不是都是经济上的弱势，好，以我们现在学生的定义来讲的话，包括刚刚讲的七加班或者是在职进修的人，好，那然后包括我们的公务员乃至于立委都有很多在职进修的，有拥有学生的身份，那所以就是说在这一个部分的话，是不是可以就是说我提出一个修正的看法，就是说这里面的话我们不要用学生这样的身份，我们是不是能够用年龄，我建议就是说在18岁以下的人，然后在这个部分一方面这样的建议，一方面就是说可以避掉刚刚讲的问题，第二个部分的话它明确可也可以用身份证就可以查，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来讲，就是对于一些中辍或者是失学的人，如果他对我们的文教术等等仍然有这样子的偏好，或者是他也可以自由进出这样子的场馆等等这些，我想大概就不会漏掉，要不然就是说他一定要拥有学生证，他如果不在学校里面的话就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是不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修正，那然后再就教于大家。我这样建议哈，我个人看法没关系，立法院它是个开放人，那我们最重要目的就把法律哈，我觉得学生我们在母法上不用去做这样子一个区别，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老人也没有，排付的也没有说什么多了，那这个都是怎么？都是在第二条最前面，各业务机关他要去实施减免的人他自己去处理，譬如说有的县市他是有排付，老人他是有排付的哦，譬如说哎，你如果是太有钱的老人我就不给你什么什么优待，有啊。那譬如说学生也一样，哎，你是在职专门学，我就不可以，所以我们倒不必去，因为如果你要去动学生在我们这边就给他做年龄上限制，那老人的排付你要不要一块去给他做明定，我倒觉得法源上不必这么细因为他真正执行者
是业务主管机关减免的机关，我们只是这边给他一个法源依据，不要像发生财政部去问这些机关你怎么可以给他减免，是没有法源依据。那第二个，刚才荣章兄讲那个东西，倒是我倒是蛮赞成，譬如说如失学学生怎么办呢？啊，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增加嘛，就是把这些学生身份，具有学生身份，他被财政部问说你怎么可以减免的这些人，把他的法源补足。可是我们也希望，如果还有很少数的他现在失学中的，那不具有学生身份的，那像这种话，大家在这个是不是在第七项业务机关他可以处理呢？譬如说失学第七款的里面，第七款里面，譬如说其他业务主管机关，他规定，他的规定，其他法律的规定，譬如他自己的地方的县市的单行法，那他自己可不可以去处理这块？他现在不具有学生身份，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就不是学生的问题了，而是他现在不具有学生身份，年幼，但是我们觉得他可能也想去的人，那县市政府要不要对他照顾，或乡镇要不要照顾，或部会要不要对他照顾？那这个在如果我们今天法院这样定下来的话，加了学生，那有关于荣章兄所讲的那个不具有学生身份的这些弱势的青少年朋友们，那他们是不是可以在第七款里面业务机关他可以解决吗？我请教那个法制单位，谢谢。他必须要在那个有一个法，然后去定定说十八岁以下没有学籍的学生，他可以减免相关的一些规费，他要有一个法令法的位阶的制定。对，他自己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对，如果没有法源的话，就不行。他自己要去定制定，他如果要法一个法的位阶。我们现在儿少法。33条里面，它的规定就是，在它的第三项里面，就是国内大众交通运输、文教设施、风景区、康乐场所等公营、公办、民营及民营事业，应以年龄为标准，提供儿童优惠措施，并提供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免费优惠。它在这个部分里面的话，它做出就是说已经做出法律授权了。目的主管机关他自己已经现在有定的这种优惠的那个话，足不足以解决刚才王荣章委员所提的这个问题呢？对，因为这个问题他因为他是儿少法是一个法，所以他如果未满一定年龄，因为他下面还有讲到说一定年龄是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在另定，所以他还要再定一个下面的施行细则，是界定说哪边是属于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他自己要去界定，他还是得要去界定。他所谓未满一定年龄，会相对应的是他在优免的项目嘛？好，是交通的，是医疗的，是文教的，好，然后等等那个部分的话，有不同的优免的条件嘛？好，那这个部分的话，会是各个目的事业主管定制，也就是我们现在行的，就是很多的办法里面的相关规定嘛？好，所以在这个里面，法律的授权其实已经是有的。只是就是说，在各个主管机关相关的收费办法跟标准里面有没有去定出来？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说用年龄来区分的这一个部分，现在在日本、在法国，他们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而且都是十八岁，就是十八岁以下的人，好，他用优惠的或者是用免费的方式，可是你如果大学生念到22岁，对呀、啊，你大学生你应该还是要给他减免呐、啊，对不对？对呀、啊。那个就是相对我们相对要放宽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嘛？好，我是认为就留给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因为这个定的比较细，学生这两个字的定义是教育部的权限呐、啊，教育部也有在啊，他们当然认为只要学生证明就是学生，那自己要不要给他减免，可能自己乡镇啊再看啊，在职专班的。或者是立法委员不给他减免，哈哈，是学生，这个不给他减免，他可以再另外定，不必再再定。如果是这么宽的情况里面，他在认定的上面就会有问题啊。就是说，我是立法委员，好，那我去我只拿学生证出来，我没有另外再拿立法委员证，他就不知道，他只知道我是学生，
他不知道我的身份是立法委员，或者是我的学生证上面要注记此人为立法委员，或者上面在注记，就是说他是七家班的。其实那个哈不是财政部要管，我们只是要给他个法源，那是他要减免机关他自己要去处理，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说财政部只负责给他一个法源，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并没有违法，你这样优待没有违法，解决违法的问题而已。其实他要怎么去认定那些身份或干嘛的，或者他要去做排付，或者他要去做年龄上的限制，或者他要做那是他现实，或者他要不要去做减免，那是他的业务机关他自己要去负责。部长，我请教一下，其实现在学生在规费的减免，根据第一款、第二款，都已经可以减免了嘛？没错吧？不够，他最主要为什么呢？那个是短期的。我刚才在说明的时候讲的，所以这个他是要有业务才行。我们要有个长期的。对，不是，他是，譬如说你个人就不在这里面，譬如说他要学校办业务，譬如我学校办一个什么展览，对。所以现在的学生是有个人名义的。我学校没有在办什么东西，我自己要去。现在有没有人有规费法全部的条文啊？因为后面到底有没有什么授权订定一些法规命令的施行细则等等的那一些有没有？我来看一下，如果看是不是把它解决掉，因为后面我也没看来。我可不可以提再一个修正哈？刚才那个王委员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如果我们今天不只是学生哈，学生运可能包括二十几岁不孝的那个都还算弱势嘛，经济弱势。如果学生再加十八岁以下的。因为十八岁以下在我们还算是青少年嘛，国家对不对？国家就说就是学生，然后顿号十八岁以上青少年，十八岁以下的适用青少年吗？未满十八岁之人，这样子的话，因为一块我们既然要修规费法，希望它修的周全。那就是国家在法源上，如果这些机关他想给他们减免的人，那通常都是这些形态嘛。那所以，那当然，未满十八岁以下之人，其实是要解决王委员所提的那些什么休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了。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形，幼儿嘛，幼儿他也没学生证呢、啊，他也没有学生身份呢、啊。所以，如果学生，然后顿号未满十八岁之人，又放宽了。那儿童本来就是给他减免呢、啊，本来儿童票就有啊，他本来也是补法，所以上次是因为财政部问了学生，才学生问题跑出来。我们现在谈到就是，那儿童呢？儿童儿少法三十三条其实已经很重要，非常重要。这个其实我觉得、那个加个学生，我现在看一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为什么？在二十一条里面规定了，二十一条是规定说，应征收不征收，上级政府可以酌减嘛，应征收而不征收，那他如果有一些他定了学生的话，他分期来征收，现实中我现在看不到可以收这个母法到底，我在问题就是说，学生那现实政府可不可以给他分？排付或分年龄，或者分研究所、硕专班一样征收，什么不征收？这一个法源在这里没看到，但是从这里看起来说，应征收而不征收才会处罚，那不应征收而征收，但是这里有没有排除的话，好像又不会处罚，所以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才觉得怪怪的。那个部长，我讲的这个意思你懂吗，部长？我讲这个意思你懂吗？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地方机关去把它分级这样子，那财政部不会有意见。对，他为了给他分类分级，这样子财政部里面没有意见。所以你认为他有权是连这个他都可以分类可以去处理。所以以前的例子有这样子吗？以前有这样吗？以前譬如说对老人有这样子吗？你们有没有意见？这样啦，像有些县政府啊，像一些社会福利都排除了，就是您讲的意思啦。他就说，所以你们也对这个也不会有意见嘛？我不要讲。
啊，比如说现在苗栗县是我的营养午餐，他就排富了，他就自己的财政状况不好嘛，他就多少钱以下的就不给他免费了，所以他县市政府会定。所以你觉得这个影响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影响，不大，对，他业务主管机关会就横左了。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哈，你们去年发文是问说，哎，你们为什么可以给学生减免，对不对啊？有一个说三年要检讨一次。对，我了解哈。那你们会哪天又发文说你们为什么给儿童？所以我们需不需要把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未满十八岁之人也要定进去？要不然的话，你们哪天会被去年问了学生，今年又问了说，那你们为什么给儿童？儿童票为什么？你们的法源是什么？对对啊，但是你儿少法有，你在规费法没有吗？你需要业务主管机关就在作用法里面，他就可以啊、哦。所以是因为你作用法里面没有学生，所以才需要再学生啊、哦。OK， 好了解。OK， 好了解了解哈。其他法律规定就第七项。那如果你这样的话，你那些失学的就回归到儿少法就好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学生的问题在哪里？学生问题就是没有法律。对，就说不知道，就各我说没有我说儿少法的第三十三条不能够涵盖这个部分吗？有大于十八岁以上的学生呢、啊，有年龄大于十八岁以上的学生、啊，对，啊，比方说有征收，你们也不会。所以，说像大学生，不止啦，有一些像我家旁边的国小有没有？他不是老人家去念。对不对？他是就是以前没有读书，后来失学去补校，他也是学生啊。但补校的那个部分，他其实没有，他有学生证吗？有啊，他会得到学历耶。他毕业还能拿到学历，他没有在十八岁以下，他也不是六十五岁以上。不要动他，那学生就好了。那我们今天最简单化好了，最简单化吧，对，单纯化就是把。就是上次衍生出来的问题，让它合法化，哈，有法源依据。然后至于各业务机关，各中央或地方政府他怎么做，他们本来法源就是他自己去决定嘛。那要不要减也是他自己决定嘛，好不好？哈，那我们只是把这个学生的法源补上，因为我们国家法律应该要周全。那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发生财政部去问人家你为什么给他学生减免的问题跑出来，好不好？哈，好，谢谢大委员。好，那个办理跟持有我不坚持了啊。那个我可以同意，就是把它删除掉，好不好？哈，就加个学生最小范围的法律病。好，那就修正通过，谢谢哈。好，征收财政部会扣减嘛？他如果不应征收而征收，财政部也没意见。我跟你讲，阿丁老师。我们先谢谢，因为有些委员可能会先，我们先谢谢哈，别的委员会变降低，我们财委会弄得变减贼变再减哈，拼市民众的业务，我们要先特别谢谢一下徐国勇招委还在场，江永昌委员、曾明忠委员、王荣章委员等等哈，还有刚才余婉如委员哈，大家对于真正的民生法案都很关心留下来参与我们的协商，非常感谢哈。那现在宣读协商结论。那同时我们也发便当哈，谢谢。宣读协商结论，后物税条例第十二条之五修正草案。协商结论，除修正第三项为自中华民国105年1月8日起，配偶或二亲等以内亲属购买新小客车、小货车、小客货两用车或机车，且完成新领牌照登记者，适用前二项规定及第五项不宜针列外，其以照案通过。规划法第十二条条文修正第五款如下：老人、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学生之身份证明文件，其已照案通过。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协商结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照协商结论通过。针对货物税条例第十二条之五条文修正草案及规费法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等两案审查结果，作如下决议：一、审查本院委员卢秀燕等16人凝聚
货物税条例第十二条之五条文修正草案案业已审查完竣，凝聚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席补充说明。二、审查本院委员卢秀燕等十六人凝聚规费法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业已审查完竣，凝聚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席补充说明。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通过。今天议程我们都已经进行完毕，非常再次谢谢哈，我们现在还留在会场的徐国勇招委，谢谢曾明忠委员，谢谢王荣章委员，谢谢江永昌委员。那我们也谢谢财政部以及各部会，今天包括经济部、内政部、交通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福部、环保署、主计总处、法务部哈，因为要修改，不要看看一条，每个法都是一条的变动而已，但是涉及到这么多的单位哈，所以今天很多单位都派人列席备询，并且参与讨论，我们非常谢谢大家辛苦了哈。那我们现在宣布散会，谢谢大家，谢谢。那是你给我面子啦，谢谢谢谢部长。部长任内，你看你也是啊，你也是福将啊，你要什么都过什么。你看你通过的法律案，你通过的税案，怎么应该是之冠了、啊？是所有的部长是？哎呀，哎，你们不是最近在整理你们各部会做的东西吗？对。整理出来没？有啊，我们就要列入移交的那个东西啊，移交清册。哦 ，OK。不是，我是说，对啊，给我一份。给我一份，那另外就是，对对对对，好不好？啊、哦，给我一份，谢谢谢谢，我们这样可以继续追踪，哈、啊、，OK， 啊，对啊对啊，这次这样看看会不会就不会结局不连续卡到我？我上次就是已经弄了一半，然后就那个辛苦，哎对对，哎我顺便跟你讲一下哈，这个案子我再回去跟他们商量，他们说有我们 OK 那个许部长已经有交代，有了，我那天因为他来看，我就顺便跟他提，那大概意思上如果调整方向。那你们这个调查大概多久时间？他们秀林发出去，已经发出去，好，那如果你们调查完，跟部长报告完就 OK， 那我们就把他们找来，先进行一个形式上的协商，然后你们再发布，让他们这些干部他们回去对他们会员有交代嘛。就是他干部自己来澄清，就是他自己是状况外的，这样好不好？哈，那就拜托那个你们那个跟我讲一下进度哈。OK， 好，谢谢谢谢哈，谢谢谢谢哈，谢谢谢。好，咱财委会真有效率，想不能有几落案。